各位同仁请就坐，开会。今天继续市政总质询，第一节由邱宇轩议员质询，议员请。等一下，好，谢谢主席哦。那在座所有局处官员哦，还有市长哦，大家早安哦。我是于轩，我进行我们今天的市政总质询哦。首先两个议题提醒大家，第一个是行政中立哦。今年是选举年，我希望各位局处首长下到公所的活动都要保持行政中立。在我的选区，很多人喜欢用踩线的方式。包括议会，我个人觉得我们也要在坚守行政中立，尤其是在补助的部分。那所以呢，像我们这个礼拜办了一个红豆节哦，那我们那边呢，林大立委的助理呢，他刚好租了一个摊位，就刚好在区公所的摊位大大的挂着立委唯一支持林代化。我个人觉得这个也不妥当啊，对不对？就像是啊，我们去参加小港林园线，好，我那时候为了配色穿了侯友宜的竞选背心，你跟我讲说，哎，不可以穿竞选背心哦，我马上脱下来，我也尊重你嘛。所以各位局处首长，大家都在看这些影片照片，我们都有在收集，麻烦各位坚守行政中立。第二个议题是局处首长态度的问题哦，八成以上的局处首长对于我们的质询基本上都是非常尊重的，但是呢，高敏玲高局长那一天在质询哦，陈美雅议员在对上质询的时候，你的本人的态度我个人觉得非常不能认同啦。所以我认为哦，第一个哦，我们议员是靠实力以及人民的肯定站在这里，那你呢是靠贵人的肯定坐在那里。今天我们在这边，你在那边，就麻烦你哦，用当时议员的心情来看看我们议员对市政提出的认真的争辩的那个观点哦，不要再用那种很那种轻蔑的方式啦。一个摄影机哦，如果每次你咨询我们都对着你，你也受不了啊，对不对？好。那呢，我先谈哦，因为我在财经委员会，高雄的财政其实每次我都跟那个财政局长就叫很多啦，包括虽然罗副市长是从来没有来拜访过，也没有来跟我请教过了，不过我今天所有提的都是高雄市的数字的问题哈。第一排哈，这三个哈，市长、副市长到秘书长，我们都有针对高雄的问题讨论过，就只有你罗大副市长哦，从来对于议员哦一点，基本上连尊重都没有。这是高雄市的公共债务哦，最新的财政部网路上登录的，11月15号，在十月底，因为我们今天是11月嘛，十月底其实可以看到高雄市的负债其实已经打了实际数啦。哦，我再不跟你讨论自偿跟非自偿，我们财政局长在哪里？有怎么找不到他？哎。局长，我就不跟你讨论自偿非自偿，之前会期我们吵了一架嘛，对不对？但这是数字哦，可以看到其实高雄市目前的负债其实已经到了2380万，更别说其他自偿性的债务哦。所以这个数字其实很辛苦哦，你看哦，光是看直辖市的所有的那个总就是整体的负债的实际数，高雄基本上占了基本上快一半哦，但是巧妇难无米之炊，很痛苦啊。那我们来看哦，所以我们要努力，所以我一直在督促你们要提升自筹财源。好，这些所有的质询都是统审计报告出来的，不管是中央政府前瞻计划，还是针对高雄市的审计报告，我全部把它读过一遍。108年当时候我们还有51%哦，到了111年降到了43.91%，这个很可怕，代表我们自筹财源，我自己去赚的钱。其实不多，但是哎，高雄持续推动大进步、大建设、大迈进啊，不是民党最喜欢讲大迈进，怎么来的？前瞻计划，所以你把前瞻计划的审计报告读了一遍，你可以看到，高雄市哦，你要看核定补助的总数，9900亿中的前瞻计划，高雄市的核定补助数已经到了1265亿，但我们的地方自筹高达了810亿，相对新北。所以这对我来说是一个警讯，我觉得非常的担忧吼。高雄市的大进步、大建设，在陈其迈市长的吼非常努力之下核定之后，哎，我要还债耶，我要付钱耶，这都是数字啊。好，所以我敢说，读后高雄，这数字会说话。但我们财政局呢，他就回复审计哦，这是审计报告，我把它整就完全，好，他说第一个，我要开创自主性裁员，第一个。
你前面就打脸你了，你的自筹财源就不多嘛。第二个，好、哦，滚动检讨非营业特种基金的营运策略。所以各位手上像捷运局，你手上有非营业特种基金的，它数据很明显嘛，对不对？然后第三个什么，督促各局处，这个就是你们内部的事情，我觉得这是各局处税入未结清楚。所以前两项我们很重要去做的，数字就告诉我，你们做的非常的，我觉得不 OK 啦哈。来，我们再来看，那我们来看非营业特种基金的绩效，我要检讨，结果嘞，哎、欸，陈局做不到，陈其迈、陈永胜做到了。我们作业基金的整体在111年达到负的，这就是我从数字告诉你，我大量的大局的建设之下，我把所有的负债藏在基金里面，这是我担忧的。我没有说他的自藏的这个公式，好，你当然是有内部的算，但是数字会讲话，这不要骗高雄市民，不要用什么领举债去骗。整体来看，高雄市的财政还是一团糟，所以为什么我对高盈增资这么有意见？我还是要讲，很遗憾啦，我今天得用10分钟我的总质询的时间来做高盈的专案报告，因为议会不准，我用了所有的程序，可以问议长，可以问你旁边的秘书长，好，没办法，对不对？我们是在野党，我们就是努力不够，选的别人家多，但是我要跟所有的高雄市民讲，我们今年是有财产开发基金要协助高盈增资20亿，其实高盈是增资50亿哦。第一个史上以来最大幅度的增资，你告诉我什么资本市足率？我手上的资料并不是如此。当然，提升资本市足率是一个让银行健全在金管会目前制度面向的一个方式，但是我个人觉得我手上的资料并不是这样，还有我看的观点跟市政府的角度不一样。以前在增资的附近前后都有针对高盈的营运做专案报告，这一次没有，大家不敢正面说他不同意，只是说程序不对，根本12月份我们就有一个程序，我们就可以有一个专案报告时间，到现在高雄市议会连题目都没有，为什么不告诉市民我们要花20亿，而且这20亿是去借来的？106年当时有专案报告，我们市府其实也是去借了6点多亿，现在还欠3.9亿。第三点就是我希望高雄市民可以想清楚，为什么一定要有监督的力量，一定要议会一定要监督市府，不能跟市府一搭一唱，因为我觉得目前议会是技术性的规避针对高盈经营绩效所做的专案报告。第四个是我最重视的，到底我们要不要留着高盈？高盈如果符合我们高雄市政府的政策，跟他增资后的经营方向是符合高雄市整体产业发展的走向，我同意。但是如果真的不行，民营化吧。是啊，我跟你讲一个例子，虽然他告诉我一个是例外，我先生上个礼拜去高盈办了一个基金会存进去，从早上11点办到几点？市长，市长，你有在听不？陈市长，我从11点办到几点，你知道吗？晚上6点半都还没办好。开一个基金会的户头，早上11点半到晚上6点半，这就是营运绩效啊！别的银行，我以前在台信银行哦，我们只要顾客愿意开户，你知道吗？不然没啊，我嘛总体，这就是。高盈哦，当然有很多的理由啦，很多的什么人事的原因，但是这就是血淋淋的事实啊！你也没有跟我们讲说，因为我今天人力的关系，可能没有办法处理。11点嘞，早上11点到晚上6点半都还没办好哎，好。那高盈哪些问题哦？第一个，很多议员说啊，高盈有赚钱呐、啊，是自偿性的啊，高盈那个有，结果怎样？我把他所有给金管会的资料，还有我自己去读财报哈，他的股票股利是用他的资本公积去发，换句话说，他是用他的老本去发的，而且他还修改公司章程才有办法发股票股利哦，所以我不觉得他是赚钱的，好，是那个寅吃卯粮哈。那高盈对政府的，高雄市政府的一些什么低利贷款的配合度，其实现在也没有那么好了，因为董事会决定。往高
报酬去冲哦，所以那个就是好想办法去推那个什么厂房的贷款等等的，可能他在授信的这个部分，其实市场上有很多的声音哦。那第三个是我手上的资料，如果有专案报告，哦，我觉得我会揭露高瓴的董事或独董到底是专业还是政治酬庸，还是他是来卖弄他对于债券买卖的想法跟市政府之间的关系，哦，这个因为牵扯到我觉得是很有直接指责的人啊，吼，那这个独董是熊中的校友直接讲，吼，就是人家来找我给我的资料，但是我还是要讲，高瓴会亏损这么多，吼，高瓴本身要去思考这样的经营策略是不是真真正正的要的，吼，那我讲不准嘛，吼，这是那个上次我在说明会有讲哦，股东会哦，他让高雄我们有一些高雄市政府的代表嘛，比如说陈局长啊、廖局长也是嘛。他说，因为利益回避，所以他让这些董事离开。所以他认为说，他把180亿，好，哦，他为了有效运用资金，原本要配合我市政府的低利贷款的180亿去做放款跟债券投资。那可以看到嘛，哦，大家应该看得懂数字啦，哦，他的 OCI 的投资的概况基本上。从111年的12月31号就跌得很惨，这个财报都有写哦，这个，我都其实不用所知，把财报读过一遍就知道。所以我在112年跟111年第三季的财报，它在未实现的损益已经到了23.85亿，这是很可怕的哈。那这几张是工会给我的资料哈，也是透过关系拿来的，几个重点跟大家。讨论第一个，2006年当年为什么要增资哦？依照工会那边讲，我觉得里面的人讲的最准哦。亏损也是买进美国债券之后，亏损高达10亿，最后高雄市政府以增资的方式弥补。所以我合理怀疑这次的增资同样用这样的方式。第二个，其实工会有写啦，他认为高雄银行是要用稳健经营的方式，因为我们小。可是我们可以照顾在地，照顾在地青年，照顾在地企业，配合高雄市政府的政策。所以如果只要他朝这个目标走，我基本上我对高瓴增资没有这样的意见。但是发现他不是，他现在基本上配合我们包括清创贷款，很多的市政府的滴滴贷款都已经转给其他的银行了。他改由可能他要去做一些讲了厂房的放贷授信等等的业务。我守着高瓴要干什么？我的基金表现又不好，我干嘛还守着高瓴？到底要不要民营化？所以我刚才提的一些例子，就是告诉你，如果你们育才留才，高瓴才会招财。所以如果你今天哈，财政局长或者是各位董事或市长，今天如果高瓴把增资的一部分钱拿来协助员工加薪。好，我个人觉得育才留才，好，来协助高瓴脱胎转骨，这一点是对于高瓴是一个比较正向的。但是如果光是高瓴讲说，哦，我这个资本市足率提升之后，多的钱我要拿去做太阳能啊，做很多业务的推广，而不思去检讨自己内部的问题，而不思去检讨。独董的专业性以及是否做到独董应有的角色，而不思高雄银行到底跟高雄市政府之间的关系，我为什么还要帮他借那么多钱？如果是这样子的话，我会反对这20亿的增资。哦，但是我相信啊，很多人就会去脉络化的讲说，哦，我们就反对高瓴增资啊，以至于股份被稀释，高雄市政府就稀释掉高雄银行的股份。但是讲白了，我给你增资那么多钱让你去买债券干嘛？我不赞成哦，这就是没办法，我没有专案报告，我只好牺牲我总咨询的时间啦。那手上对于独董跟市政府的那个资料，我觉得市政府要好好的思考，哦，有没有在法律红线的边缘。接下来在财经委员会我谈青年局哦，
张局长很认真啊，我不否认，他很努力的捍卫他的预算。去年我砍了青年局300万，讲什么？哎呦，打压青年发展啊！议会马上回复，今年你自砍啊，113年的预算，青创基金，市政府从陈市长一开始上任2亿，今年到多少？6000万啊！所以我大可以用数据的讲，你不在乎青年啊，可是我不会这样做哦。因为青年局的经营方向出现了问题，桃园要有青年，桃园有青年局，台北市政府今年会有青年局，那明年应该是明年，那里面有一部分，我就说挹注在青创基金的部分，一开始是要投资，可是连高盈那一堆人去投资都那边有风险，你叫青年局去把青创基金去做投资，我个人也我不赞成哦。可是审计报告跟他自己的业务计划其实很凌乱，他大量的做其他局处相关的事情，只要跟青年有关就跟他有关系，这不对。青年局的重点是什么？来，张局长，青年局的重点是什么？张业礼局长，请张局长回答。谢谢主席，也谢谢一座的关心，跟一座报告，青年局我们主要是协助年轻人在从学生要转入社会的这个过程当中，他所面对的创业跟就业相关的问题，我们来协助他们。好，所以年轻人的创业跟就业，那就卡到罗副市长，高雄的产业发展经济你负责嘛，对不对？你每天讲 5G AIOT， 黄少廷议员的质询我也有看，高雄是目前产业还是集中在很多的石化业跟金属制造业，但是呢，我们青年局如果是依照高雄市未来产业发展去培养人才，我没意见。可是我发现他的业务性质真的跟其他的公务机关雷同，就像我们一直很介意的，他去办联谊，那街舞不错他也办，然后呢，很多的跟他业务只要跟青年相关的，比如说海洋青年什么的，海洋局就拿他的预算去办。所以到底青年局思考跟发展的定位，我觉得高雄市政府要去想清楚。那他的补助呢，集中在住宿餐饮，甚至大量补助青年社团，连青商会去美浓玩都有补助，怎么这么好？这样子的青年局是真正我们要的青年局吗？是培育高雄市青年的青年局吗？所以你要找到符合高雄产业发展的业务方向，你明年要补回1亿给他，再给他去机会去做。人家局长很认真做，扣零卡北给你跑，不过叶领金我是感受得到。好，那这是主计处的报告哦。这罗副长，其实黄少廷议员有问你嘛？那因为刚好我也做到这一段，其实可以看到我们的金属制造业跟化学材料跟肥皂制造业基本上是高雄市整体比较重点的产业，所以相对来说，以目前就算我们产业转型什么 S 廊带等等电子产业，高雄市目前需要的是这些人才啊。我举例一个金属制造业的老板，我问他说，陶哥，我在财经委员会有什么需要？我欠人啊。我说啊，欠人有条件无？伊甲我讲，会穿开就好。缺工缺到这种程度呢，会穿开就好呢。他做那个电焊哦，棒拎起，他怕年轻人待不住。所以，我们的文木墙产业，其实在大寮合发有很完整的产业聚落。就这个课程，金发局有办。好，那青年局是不是要考虑一下，朝高雄整体的产业发展？那像那个文木墙，我不知道大家知不知道，有没有看到那个富邦奥子里这个案子，外面很漂亮，就是文木墙嘛，对不对？那个罗副市长，你可能我不知道你知不知道这个案子，富邦奥子里的开发案，你知道他的文木墙谁做的吗？副市长，你知道？不知道？大陆江河拿去了，三星直接发包给大陆，为什么？我们产业在国际竞争很辛苦。我们的关税，我们的很多的状况，所以你看我培养这么多人才，就我高雄很大的开发案，三星接手之后，好像直接发包去，
被给大陆江河。我有这么好的产业，我有这么多的产值，全台湾三分之一的帷幕墙产值在我高雄，在我合发，可是没有人保障我的厂商啊。吼，那你们说没办法哦，发展演唱会经济。吼，那这一题哦，我昨天在做总质询，我女儿请我帮忙问文化局长，你在哪里？哎，这样，我女儿在问 Seventeen 到底会不会来高雄啊？你跟他讲一下啦，你站起来。局长，市长，你知道谁是 Seventeen 吗？哦，来来，局长 ，Seventeen 会不会来啊？我女儿说，你是不是把那个团体搞错啦 ？Seventeen 最后有没有争取来？这决定我要不要飞澳门啊？局长，请回答，会不会来？目前应该不会。不会。好，我做到了，我做一个妈妈，我女儿看我在做 PPT， 叫我放进去。可是演唱会经济虽然跟我主流产业不一样，那你们要发展我也没办法，对不对？虽然这个产值跟其他我的产值相较来说差很多，可是这也是一个经济啦，吼。所以财政局做了娱乐税的减免，那吼，这我建议你的啦，因为呢，我的钱吼，在我女儿身上就是投注到这里的。他们呢，那些粉丝吼多疯狂，你知道吗？把轻轨包起来。把公车停包起来，把计程车全部都包起来，为什么？为了让那个偶像看到粉丝最大的用心啊！所以感谢你让我省钱了、啊，没来啦，哦，要不然我有问，包轻轨大概汤不浪当可能好像要100万吧，哦，他们那个粉丝在集资，如果真的要来，但是这个是经济，宠粉经济，目前你只想到一天，你发夜市券或发演唱会券，让他在。市场消费，可是如果你做这些事情，你协助唱片公司，让这些粉丝可以做这些的城市造景的结合，他会愿意提早来高雄消费，提早来高雄参观，刺激高雄的产业。虽然这些的产值跟之前我跟你提到的差很多，可是我觉得市政府要去想啊，哦，这一题是我女儿建议的，哦，那怎么办呢？石化工业区，我这边污染很多嘛，哦，因为现在影片播不出来，这是中油吼。那环保局长，你也知道嘛，上个礼拜我们去抓了两次中油嘛，对不对？中油的污染基本上我们很受不了啦。好，那我们大寮林园，哎，还没你请坐啦。好，今天我主要是讲啦，反正各位局处首长，对不对？讲了也不一定会听，对不对？好。起码你们不会像高局长这样子对我们连尊重都不尊重，哦，所以其他的局长我是很认真在帮你们想你们的问题的，哦，那我们很多的民众在抗议，哦，大寮林园的工业区很多的味道。那基本上中油是从五月到十一月已经有三次，哦，针对他的新三清的工程发生问题了。那我查到一个法规，哦，是基本上只要两次以上的限改，中油对于高雄市政府间的一些优惠的，就是我们给中油一些优惠就没有了。可是高雄市吼没有钱，除了仰仗前瞻之外，大量的，我真的讲大量的以国营企业的裁员来协助我们，这一点我是部分认同，部分不认同啦，好。虽然他在我这边吼办给赛就麻烦嘞，吼，但是国营企业的盈余吼也是要看他有盈余嘛。可是中油目前的亏损大家都知道，真的很惨嘛。所以我还是希望说吼，对于大寮林园的工业区的稽查，大家能够持续的加强。吼，那我之前都会去睡嘛，最近因为我女儿国中了，晚上得陪她。不过环保局长。只要冬天到了，我们还是得去查，因为它那个下沉气流真的影响地方上污染很多，造成很多民众，哦，对于地方上的那个抱怨连连啦，啊。那我大举的建议吼，反正我的劳工局都要搬去 ICCK 了。你们不是在推澄清湖国际运动休闲园区吗？那边有一个原住民博物馆，对不对？哎，所以杜阿局长，你把环保局吼。也纳入进去，因为在澄清湖门口啊，对不对？对不对？这样，你们就一起去做运动休闲园区嘛。那环保局搬去哪里？
搬去我林园。真的？为什么？因为大寮捷运站周边没有办法开发嘛，所以你搬了一个社宅，对不对 ？ICCK 周边没有人去，你把劳工局搬去。小港林园线刚开始的时候可能也没有人潮，把环保局搬去，显示你对在地环保的重视。坐捷运就到啦，对不对？你也没通勤通多久啊，这样。而且你国际级的运动休闲园区需要地，需要 building， 那边又有原住民博物馆，多好的计划！所以你这次的都市计划的通盘检讨，环保局也直接纳入吧。哦，那接下来是大寮区公所的搬迁改建，吼，这个在我们地方上吵得沸沸扬扬的，有议员呢三八字都没一撇，就要把那块地卖给建商，还公开在议会上讲。那这块地哦，对我们大寮人是有情感的，在日治时期、日据时期其实就在了吼。那有人说要移去河村的大寮校区，我个人的意见是移去81期，但是移去哪里，我觉得都要尊重大寮居民的同意。所以副市长千万不可以府方单方面的做决定，千万不可以议员单方面的做决定。我们只是代议事，我们背后是选民没错，但是对于高雄大寮整体的产业发展跟规划，我个人认为哦，我们是需要更长远、更长远的想象，而且纳入民众的意见。连个公园的设置都要公民参与了，更何况是我的大寮区公所的搬迁。好，那昭明里那边就有听到声音，因为听说要搬去大寮河村嘛，好像是秘书长去开会的。他说：“我光是跑去河村办公，我们很多的事情，怎么补助嘛，对不对？都要跑去公所嘛，我就要25分钟，而且周遭没有地方停车，旁边是市场。那如果你移去81期哦，那边的土地基本上有多重的运用跟使用，我们留了一个活动中心嘛，那边还有机关用地，虽然现在是中义派出所，不过也很老旧了。通盘去思考，通盘去检讨，好，不要。”市府决定就决定了啦，好，啊，结果大家都跑来抗议说，想要有新的声音啦，好，所以我是觉得在81期重划区哦，这边不会没地啦，好，以林副市长那么灵活的用地的那个用地的方向跟方式哦，不会没地，只是如何去使用这些地。那对于河村这块呢，这个我就要市长你帮忙了，好，你去我们中庄，你记不记得？你告诉大家说。你要找一个公园，但是我财政有限，这块地你可以用，因为这个应该是会高雄市政府教育局会接管。那虽然是文教用地、教育用地，有一个潜力是在前镇的公园，你把它变成绿地的公园，因为这个河村就不要了嘛，对不对？你把它变成公园嘛，对不对？我们大寮，而且那边有市场，你本来就需要有一个公园。那公园不是只有公园，那么块那么大块的地，你结合如果真的要动停车场，它下面好，如果真的要挖就挖停车场，或者是局部的大寮行政中心，未来大寮会很热闹吼。像捷运公司最近就讨论说，捷运主机场周边、大寮机场周边的开发期限要延长到70年，来欢迎大建设到大寮，所以这些的变动跟联动。以及大寮未来的发展，市政府任何一个决策都会影响到高雄市的未来，所以这个上我要麻烦你，我今天让你听了我讲了快30分钟，有没有？好，觉得大家今天很轻松，好，那这个你可不可以举专案小组，我们一起来把中庄的公园绿地做起来啊？要不然你上次去中庄老人活动中心，你答应大家要给公园的，我帮你找了一个最省钱的方式，上，请回答，上。请市长回答。议长，谢谢邱议员哈，这个谢谢邱议员的建议了哈，我也请林副哈，跟我们几个在地的议员大家看一看，好，因为这个现在还在跟教育行政院在谈，因为他已经解散了哈。对，合作已经解散了。产权是现在是归教育部在管辖，那我们有跟教育部在协商说，是不是交由我们来代管啊？所以。我想是一个很好的建议了。我们先把那边校园先把它打开，好，那校舍
栋啊、哪一栋哪一栋做什么使用，我们再来讨论。好，那就麻烦您副院的建议，是，谢谢。好，校园打开基本上我就有一个基本的绿地，帮公中庄创造好久好久我们期盼已久的公园。那大家还有哪些问题？上次上个会期我带那个四个亲民进党的啦，有的告诉我说他已经退党了。那基本上呢，他们来议会抗议哦，是因为储能厂的问题哦。这点我跟经发局讲，我不知道他今这个会期有没有做哦。你对于整体高雄市从储能到太阳能的政策哦，你要全部去检讨跟检视，从回馈面到底回馈地方些什么，到跟地方间的沟通以及沟通的重点，比如说我们当天讨论消防安全，有没有经过消防局的初审？要不然他乱讲，我怎么知道？他告诉我地下是水池，我怎么知道？所以我觉得市政府要针对绿能，尤其我们什么净零碳排，我们不是现在都在推嘛？但是这是我们高雄市目前很重要的一个议题。我举例来讲，为什么我们不一致？学校太阳能光电的售电回馈金哦，高雄市这111年的中央政府的审计报告，高雄市就没有订自治法规哦。所以举例来讲，像我们在审那个税入嘛，像那个行国处，立一根充电柱一年好像1000块，水利局自洪池上面放太阳能板1040年，每一个标准不一，每一个局处的回馈金额不一。光是各个局长，你就问你旁边的局长，每一个局没有一个统一的一定的规范。所以我觉得第一个，从充电桩到太阳能板，甚至到储能设备、储能设备的规模等等的，我个人觉得高雄市政府都要针对整体市政府去做自治条例的检讨或设定，这样子才不会一国多制，才不会有人觉得有关系我可以做40年，没关系我只能做10年。好，那我现在谈中渔港的淤积的问题哦。那因为海洋局哦，那个目前没局长，所以黄副局长，听说你是哪五度五官是不是？第五度担任副局长，哦，来你听一下，这要麻烦你，这是渔民的陈情哦，帮我放影片一下，好，哦，在那个清淤的部分哈，哦，你直接点那个影片好不好？渔民，你可以看到渔民会。好，下一页，你要点下一页。好，没有办法，没关系，好，我用讲的好不好？就是基本，那你帮我跳回原本的投影片。基本上那个渔民的杆子，我中渔港已经淤积到这样子的状况了。所以中渔港假设不管是我们大概3年清一次嘛，那这个钱是渔业署补助给我们的钱。那渔民在里面如果搁浅很浅的时候，他们的船到白啊，我想那个韩局长就知道，基本上船底就会影响。所以渔民就希望说呢，可以好好的再次清淤，可是他花费哦，一次都要好几千万，撑不过2年，这是渔业署的补助哦。听说下一次应该是明年或后年。那这是渔民大哥讲的，可能影片今天有问题哦，但他在讲说什么？我截录几个重点。他需要连林园大排的上游一起去清淤，要不然每逢雨季的时候呢，他的淤泥哦也是一并会往下冲，清了没有用。那个淤泥应该要比照东港，东港不是说把它放在旁边，东港是把它载走。所以渔民就觉得清淤很好，很一定是有官商勾结或什么，要不要清一清？我放旁边，它水又冲下去。那在验收的时候呢，你要在退潮的时候测啊，不是涨潮啊，这个也是会影响到清淤的成效啊。所以这边是渔民的心声，希望我们海洋局可以跟渔业署去做沟通哦。但是这显示什么？为什么会跟渔民聊天？有一次我在渔港走，走一走，渔民把我叫来。他说：“你小个无路用，前镇渔港拿到81亿，阿温林恒什么都没有。当然，我就用那个我们一般讲，它是第一类渔港啊，那我们的第二类渔港，所以补助不一样。
但是渔民要讲一句话哦，81亿你拿1亿来我中云汕尾，我哇花喜耶！为什么？这是前阵的船员会馆呐、啊，4亿。我们中云的渔民去哪里休息？这个还是我协助的哦，财政局用那个地去帮忙，就是中渔的渔民休憩会馆，有没有看到？是用铁皮搭建，因为没有人协助他们嘛，他们只能靠自己，很努力的去把自己的场所用的卡熟悉一点嘛，还被监察院纠正，所以渔民那种相对剥夺感哦。好、哦，市长，你以前是正那个，你去选嘛？你觉得渔民会听你的吗？这是一类渔港，二类渔港，好、哦，所以不一样。那这一点，我就希望大家多重视高雄市哦，资源分配不均的这个问题。这真的是资源分配哦，需要更多人的去注意。那我等一下会给财政局长回答，好、哦，那个卫生局长，我最近看的那个新闻啊。最近高雄的登革热很严重，对不对？局长，是不是？你请说，登革热是不是很严重？请局长回答。好，谢议长，谢议员。今年我们登革热目前确诊是2300多例，突破2000了嘛，对不对？2300多例。但是我们原本预计那个现在比较冷了会下降，对不对？原本预计嘛。对，温度是会有影响。温度会有影响。啊！结果你们发了一个新闻稿，新闻稿上写什么，你知道吗？他说，因为那个秋冬到了，然后斑蚊进室内避寒，这是真的吗？我有去问呢、欸。是啊，因为它温度不够冷，但是比较冷的情况下，它就斑蚊，尤其是埃及斑蚊是在室内活动，它更会在室内，所以我们的家庭群聚就增加了。所以那要如何去处理啊？如果依照以前高美玲局长咨询之前市长的时候，就是连蚊子都搞不好，那你们现在连蚊子都搞不定啊？我们后庄啊，我昨天去开住户大会，民众也在讲关于蚊子的问题啊。所以局长到底要怎么处理？对，以蚊克蚊，似乎目前还没有办法有如此积极的成效。夏天蚊虫多，冬天说蚊虫去没那么冷去避寒。可见病媒蚊的密度并没有下降嘛、欸、夏天的蚊虫跟这时候的蚊虫多，它是种类不一样，一个是热带斑蚊，热带家蚊，一个是我们的刚刚讲是埃及斑蚊，是不一样的。好，这你的专业、欸、那你告诉我后续要如何处理。我想平常的一个对于我们滋生源的清除，环境的控制还是一个首要之务，因为平常的控制里面如果达到一定成效的时候，我们斑蚊的密度会在这时候会降得更低。其实高雄市的登革热一直是问题哦，不过在大家的努力之下，我觉得之前是有下降，但是最近一直起来的时候，我不想高雄市吼变成陈这今年变成高雄市陈其迈市长的登革热元年吼，我觉得这不应该这样发生吼。那该如何去处理？哎，你活过来了是吧？因为我们后庄的民众在问我啊，议员该如何处理？我昨天去那个住户大会嘛，民众就跑来问我，因为之前怎么样啊，一个礼拜喷2次，喷到3次，有民众喷到住院呢、欸，那该如何处理？我照你说的嘛，气温冷了，应该会比较好，比较下降了。来，市长请说明。请市长回答，局长坐下。好，那个谢谢邱议员指教。那个决绝了，大概在23度以下它就生长就会有趋缓了，所以一般来讲我们大概到11月底，过去的经验大概11月底的话就会往下走，那今年的暖冬的季节稍微延长啊，所以我想最高峰大概是在50几例，现在大概降到40几例左右了，会逐渐的随着天气就会往下。那第二个呢，这个埃及斑蚊住在房子里面，白线斑蚊住在房子外面、啊、大概基本上的区分是这样。所以天气冷，当然外面的这个白线斑蚊，它一来它传染力是埃及斑蚊的80分之1啦，它传染比较低，所以它大概会先离开、哦、就在整个传播的过程里面，它的比重就会降低。所以现在大概在收尾的阶段，就是要针对室内的埃及斑蚊，那针对室内的埃及斑蚊，大概还是要进去喷药了哈。所以你们还是一直喷药嘛？对，化学防治了。那是啊，我觉得这你要去跟民众解释了，因为
我今天问你的问题都是民众来问我的、啊。对，所以这个邱委员让我讲，邱委员。好，我让你讲完。不小心叫邱委员，好。我、哦、还没有那么厉害啦、啊，对不对？陈美雅要尊称他陈委员。有一天。哦，美雅议员要叫美雅委员。好，谢谢。那大概48小时内，假如有确诊个案的话，大概48小时内要完成喷药的程序。是。所以为什么说我们一直在做？那我们的问题就是说，好，那我第一次有，然后又有其他确诊个案在周遭产生的时候，我们要不要喷第二次？这个是一个大家常问的问题。所以我们的专家会议大概大家有讨论过了哈，就是说，因为我们现在个案数不多，所以我们还是以清零作为目标。我们不是说已经全部都已经像其他的国家地方，它已经全部都扩散出来了，说大概就先做监测再喷药，因为它喷药已经来不及，所以我们现在还是处于可以清零阶段的时候，那尽量当然还是用化学防治的方式来做。那所以我们的预期大概在几在这里这几个礼拜了，大概疫情还是会趋缓啊，所以化学防治再加上疫调，然后再加上我们早期发现个案，我们的这些诊所假如民众有症状，要赶快进速就医。好啦，市长，我没有要否认卫生所的努力啦，但是呢，基本上我们都告诉民众哦，说，哎，到了秋冬，那个病例案会下降，会趋缓，的确有趋缓，不过个案数我们已经突破2000了嘛，但是还是持续喷药嘛，所以民众跑来问我啦，哎。你那边夏天也喷，冬天也喷，我一直喷，哎、欸，真的会喷到受不了、欸，哎，好不好？那个财政局长，对于高雄市的高盈的状况，你有什么想法？我给你的建议，请财政局长回答。好，谢谢议长，谢谢邱议员。我想高盈增资的部分，确实议员很关心。阿拉马托伦做嘴巴，我也谢谢议长，要我们在11月7号。也针对高盈的增资开一个说明会，让议员大家较清楚。那我要跟你报告的是说，刚刚议员讲的那一些增资的部分，其实它跟高盈的亏损其实是无关的。也就是说，整个高盈的亏损其实没有所谓的亏损，那是未实现的结价损失。如果以去年我代理的高盈整个的一个获利，不管税前税后都创了高盈历年来的新高。那我想那一个是局长是来啦，你是用账面上啦，你是用账面上在讲，当然亏损跟增资是不一样，但是我是就整体高雄银行的经营方向去跟你做讨论。好，光是你说去年税前税后创新高，我就跟你讲嘛，股民看这个股票好不好，就是看有没有发股利或者是股息嘛，高盈都是拿资本公积去发呀，所以局长，我觉得你不要一直去推脱说高盈的状况，我们要否认高盈目前经营的体制有从清负案中逐步起来，但是我是想从你口中听到，第一个，你要协助高盈去做整个体制上的改变，你是董事的身份，你在董事会上是有发言的资格的时候，比如说对于员工的照顾、员工的加薪，对于高盈整体经营方向是否跟高雄市政府的配合度，这是你身为高雄市政府的官股董事，你要去拿捏跟你要去处理的这点。好，所以不管是不是你的带领之下啦，好，来你请坐。谢谢。好，那个督发局长，我想问你啊，对于那个环保局纳入那个澄清湖的那个国际运动休闲园区，你的看法嘞，局长？督发局长回答：“我是很认真要推呢，是啊，我是很认真，你们不要笑呢。我觉得很需要啊。”我想跟这个邱委员提起的，是就跟区公所的设置应该是有多方的一种考量啦，基于洽公或者说基于政策任务的需求是。ICCK 就没有这样做。ICCK 是什么？你知道吗？就分区管制的立场。都没有问题，可是它事实上我们还是要有一种总体性的考量。所以我在提的是 ICCK 的这个案例哦，所以为什么我这个会期这么介意高雄国际会议中心哦？来，你请坐哈、哦。高雄国际会议中心让劳工局签过去哈、哦，基本上第一个，高雄市的中小型的会展产业，它基本上目前很难找到所谓的适合自己的会展的地点。
好，高雄是自有的会展的地点，高雄市政府自有的会展的专门否会展的地点是 ICCK， 就高雄国际会议中心，目前已经就是要改建嘛，结果说劳工局要过去，可能文化局要过去，很多局要过去，但是你有没有思考高雄到底我们对会展整体产业的发展，我们要对这些中小型的会展的这些策展人以及策展上下游的厂商要如何何去何从？所以这样我觉得你要去想哦，而不是说哎，怎么捷运黄线开过去，所以这个地方我要。所以环保局也是在附近啊，我也是用你，我是用你的思考去思考。但是这时候你就会告诉我说，哦，没有啦，可能要去整体的去做通盘的检讨。所以在 ICCK 这边，你有没有在地方上做过说明会？有没有跟会展的业者好好的做过沟通？我说是原本会在那边的业者，好像都没有啊，就忽然 ICCK 就解约了，忽然而且还提前解约。我去年省的税入，今年夯不浪当就少了两个月还是一个月。所以市政府的思考对于整个高雄市的未来，我个人觉得高雄市政府要更有耐心，更有谦卑的心跟地方去做沟通。我在问你哦，有一个会展的叫做高雄的约定书，你知道吗？有个关于会展的名词，市长你知道吗？还是金发局长你知道吗？会展的你不知道对不对？那个是你签的哦，因为我来不及做那个 PPT， 它是讲说未来我们的会展产业的发展是线上跟线下，因为疫情之后我们很多要透过线上的活动去处理的。所以换句话说，高雄在会展是可以有一席之地去做发展的，可是市政府粗暴的就把这个场所收回去，说是要去做所谓的劳工局，然后劳工局要去做，那为什么环保局不做？环保局比较大吗？周局长比较小吗？不对吧？好，那环保局长，我想问你哦，我们地方上一直在抗议啊，说那个中油啊，还有很多的那个工业区的问题啊，那你目前的想法是什么？环保局长回答。谢谢主席，谢谢邱议员哈。我想我们还是会针对这些工厂，不管临海工业区或林园工业区的部分，这些石化业或会针对它的特定的污染物，好去做一些查核，还有深度的一个掌控他们的排放。我还是希望你可以用专案的方式啦，因为随着整体经济的疫后啦，疫后其实有些订单多，有些订单少嘛，但是在地方来说，我们整体环保空污的案件并没有减少。好，但是你今年编的税入就变少了，在那个财阀的部分，那我就会担忧。好，我从你的预算中就会告诉我，好，你罚金罚还的税入你编的比较少嘛，对不对？113年嘛，那你一直告诉我你会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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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基本上如果你认真查，好，从各个局处我在以我省预算的经验啊，好，只要你认真查，像有一年劳工局超认真查的。他超收将近到两倍还是三倍，所以我希望环保局的金额，但是像今年我112年，今年我们运用 AI 科技的部分，还有我们包括我们的感测器126个，包括林海跟林园工业区这边去查核，今年的其实开发的件数不会比去年少，所以我们这个就是在编预算的时候会用去年的财发的金额来编明年的预算，因为这样子的话我们才有一个依据。所以 John， 我只是告诉你说这些是预算书告诉我的事情，是好，所以从你的预算的减少我就会担忧了，你对于地方上在环保稽查的用心以及积极度是不是有所降低？好，那如果没有，那如果麻烦你啦，你现在齁我们还没过整个预算嘛，你就把我们整体尤其是在秋冬的时候针对我们工业区的选区好好的加强稽查，好好的加强查核，因为呢中油很特别哦，它里面是员工告诉我这点，我有传给你们的同仁哦，它是为了拉那个炼量提升它的产能，因为它明年又要再一次税修，所以是里面的员工把资料拿来给我，告诉我说目前可能会极度的不稳定，在他的新三厅的锅炉很多的机械的操作之下，
所以在这边还是要麻烦环保局还有相关的包括劳工局哦，对于工业区厂商，尤其是一些比较大的污染大户、空污大户，这边真的要加强查核，好不好？跟邱员报告，其实这两次我们都是用 AI 的一个查核，就 AI 的资讯，我们去查到这中油这两个一个泄漏的部分。那其实今天早上一早，那个中油环保处长就要来找我，就是要协谈一下，就是说他们最近的状况是怎么样，要怎么去协助他们做处理。所以我们都很认真在做这一方面的处理，不会有任何松懈。谢谢。谢谢邱宇轩议员的质询，休息。
继续开会。这节总质询请曾俊杰副议长进行。副议长请。谢谢，谢谢议长哈、哦，还有我们市长所有的市府局处所长哈、哦，啊，打个高炸了哈、哦。那今年的九月我们的天下杂志啊哈，它有2023县市的施政满意度的调查了哈。啊，会使讲咱高雄市吼，伫个六都内底吼，会使讲是表现了真好了哈。那从永续幸福城市的评比中哦，啊，首度哦击败台北哈，啊，会使讲摕到咱六都的第一名了哈。那在今年的九月底，《远见》杂志哈，这个县市是总体及永续竞争力的调查，虽然咱高雄市哦。是伫个第六都里面是排名第五了哈，但却是我们全台县市哦四年来哈，会使讲是上进步的城市啊哈，会使讲是竞争力潜力之城。那这两份评比当中哦，会使讲咱高雄市哈获得不错的评比了哈，啊会使讲这几年来高雄市的建设让大家被看见了哈，啊也让我们市民很有认同啊。啊，这点我要让咱当地卖市长嘛吼，所带领的团队吼，啊给你肯定了吼。那也谢谢你们的辛苦与努力。不过咱也是该期许大家吼，爱秉持吼，就是要让高雄更好的精神吼，啊继续来为咱高雄来打拼了吼。那其实不是所有的市政都会使赶上进度啦，进度紧的咱爱给勉励，但是慢的吼，咱就爱加强了吼。那我所以，我今天也总执行哦，也要来跟大家来讨论这个市政建设了哈。那我想，高雄市最近最成功的观光推动哦，就是咱的演唱会的经济啊哈。啊，大家都知道咱高雄市，咱这个，因为这演唱会经济哈，给咱高雄哦带来很多的人潮，也带来了相关哦可观的那个。观光产值啊，就咱这个 CoPlay 酷乐乐团哦，底下在一位在一个在地方加冷钢，可以说是唱翻了我们高雄市的竹堂馆啊。加冷钢拢总带来17万的人啊哈，那让我们的商圈跟夜市哈，至少业绩哈也成长了30%啊。啊，包括咱的本店业嘛，订房率哈也达到90%啊。哎，塞公家人啊，家人刚好带来5.5亿的观光产值。那这两天17万的人哈、哦，有70%都来自海外的县市哈、哦，包括港澳啦、欧美啦、东南亚观光国际客哈、哦、来高雄了哈、哦。那有这么好的数据，但是哦，咱这个天团哦 ，CoPlay 主唱啊哈、哦，克里斯马丁哦，在演唱会。后段的时候，安可的环节哈，他除了感谢歌迷的支持，那也强调说我很抱歉哦，那有些饭店的价格哈，涨得有点贵了哈。爱讲这股料，就吼咱的感觉讲，哎、欸，咱高雄嘛是咱的一个国际城市，他为什么主唱会这样跟歌迷道歉？的表示讲，有的业者他是哄抬物价的情形哦，也是讲真严重了哈。那我想我们的高雄市的观光局哈，在这次有查获8家的业者哈，那哄抬房价，啊你也知影上侪嘛才花5万块尔哈。那我想今年哦为止一定有53场的演唱会哈，然后吸引了83.5万人次。那观光效益也超过16亿啊，所以这个房价诶、欸，房价迄个台工哦，加咱这個黄牛票吼、哦，会使讲是问题真多啦吼、哦。那举例来说，你讲敢因敢罚5万，你讲实在对业者他也不会怕、啊、哦。使用者付费，我感觉这是要合理的范围内吼，纳钱无要紧啦吼。那我举例来说。如果说业者他有20间房间呐、啊，啊，如果他轰炸一间哦，佮加起5000，安尼伊就10万的收入，啊，伊嘛佮罚5万，结果伊嘛是佮净赚5万，啊，所以即个业者话，业者就无咧惊，袂惊法啦，啊，所以吼、哦，
明年还有很多国际技师要来高雄哦，来开厂啊。啊，所以我感觉这个丰台房价，加这个黄牛票的问题吼，咱不是是讲咱的起户到底有什么因应的政策，啊，是讲咱这个丰台房价，咱这个业者不孝业者是罚得太轻哦，吼，因拢袂惊啦吼。啊，你也讲人也讲，你要看人主唱的安尼讲，哎，对咱高雄的形象吼嘛无好啦吼。那我想请教一下市长，针对这个丰台房价跟黄牛票吼，咱起户有什么因应的对策无啊？吼，请市长回答。啊，议长，谢谢曾副议长的指教哈。我们也查过了哈，其他国外的这个主办演唱会常常举办的几个城市哈，像新加坡啊等等，他们的因应的一些做法了哈。那其实，在很多的演唱会，尤其像这种天团哦，大家常常都会造成。很多的这个城市在国外也一样了哈，这个房价都会都会上涨哦，有一些甚至80倍、几倍的都有哦。那我们也在经历了这几次的这个大型的演唱会，我们也累积了一些经验哦。那我们大概有几个部分，第一个就是我们会加强稽查哦。那因为这个房价是属于市场的一个定哈，他们会有一个最低最高，这个要送我们核备，好，这个报备了，好，抱歉。那我们除了说加强稽查之外呢，很重要一点，我们是希望说房价要全部公开，就是说你当你要看的，你从要订票的时候，我们就希望说公安局能够尽速的把所有的这些他报备的这些定价全部都要订清楚。好，那也会针对一些异常检举的一些状况，那我们来加强查核。那另外一个，我们也跟旅行这个旅馆工会了哈，这个几位他们也提认到说，其实那应该我们要做一个主人哦，那个热情招待这些旅客，也必须负起他们的一个责任哦。所以我们也多次的这个会，他们也会有这个所谓的自律的公约啊，来自我约束哦。那我们是希望说，当然本来在季节性的这个会有一些调整的一些这个空间哦，但是希望说这个调整的空间能够尽量的哦，能够把它缩小。那第二个也要跟其他的这个城市有一些比较一致性的一些做法啦哈，所以一致性的标准，那所以这个部分我们也会带跟旅馆工会来进行讨论哦，希望说在我们的业者哦，大家能够遵循这些相关的一个法规啊。另外，那假如有违规的这个部分哦，我想这个会影响到我们高雄未来这个演唱会的这个举行哦，所以这个部分我们会加强查核重罚。好，这个部分也跟曾副议长报告。那市长，我觉得之前就是有饭店业者是跟演唱会他是用票跟房间哦，啊，这会不会一条龙的服务啊？我感觉这个方向是真好。如果业者可以跟业者说，哎呀，无你就先买票买，啊来看，看来配合房间安尼，吼，咱的消费者，我感觉咱可能会就比较这种问题就会比较减少了。哦，那我想请教一下那个文化局长。这今年53场的演唱会我们抓到黄牛票的案件有几件，来请局长答复一下。请回答。谢谢主席，谢谢曾副议长哦。目前我们是抓到六位，才六个黄牛票呢。对，因为有些它并没有高于原本的价格，所以那个就不算。所以我是说，觉得要加强稽查了。你另外六件嘛，收少了吧？我刚才就是不要让那些那不孝的业者可以有机可乘哦。有，因为我们跟警察局也有合作，那文化部那边会把检举的那个资料转给我们，然后我们再请警察局去查个资，然后我们才去通知。所以我们内部其实都有开那个审议的过程，所以目前实际开罚是6位，那有些人还在。让他们陈述意见。啊，局长，你还是要加强取缔的吼，像一套方式变嘛，贺主加买黄牛票的，哎，不孝业者啦，好，我刚刚要加强稽查啦，好不好？嗯，好，好，请坐。谢谢。那再来，我要讲这个观光了哈，这个我们寿山动物园啊，
咱耗资4.5亿吼来改造这个寿山动物园吼，会使讲是一个新的亮点吼，在高雄是真的是新的亮点。啊，其实从开始去年完工营运吼，那我家己嘛带家己的囡仔吼去看吼，真正人潮变得很多啦吼。那真的很多家庭哦，都带着小朋友去那边哦，动物园哦去参观哦。哎，所以说它的硬体设施真的改变了很多，让大家有一个很新的印象了哈。啊，可是我一看看了，我是刚刚那个动物吼，也算讲是收少啦。我在网站查，我们高雄市观光局的动物哦，品种才48种啊。啊，你想那个比起那个台北的木栅动物园哦，350几种，哎，算讲落差收大了哈。我也是讲市长之前嘛捌甲我讲过。迄阵你咧做代理市长时阵，咱议长话咧做议员嘛，捌甲你质询过，讲咱寿山动物园较无长颈鹿，啊，你看经过遮尼侪冬啊，结果还是没有长颈鹿。那针对这个物种哦，那么少，安尼足可惜的吼，无采咱开啊侪钱，甲硬体用啊才好。啊，咱的动物的种类真的太少，我觉得猕猴都比所有的种类还要多。哦，我讲要安怎加强，搁啊加强伊个软体，咱个硬体好，还加强软体。你包括台南迄个顽皮世界，伊虽然是私人的，可是伊个动物嘛比人啊多，嘛300几种。啊，所以针对这个动物的种类太少哦，我们市府哦是不是可以加强一下呢？是请市长答复一下。请市长回答。议长，谢谢曾副议长的指教哈，这个我们会来加强哈，因为但是现在因为在国外哈。这种这个进口这个动物其实是这个是会有一点争议的哈，所以我们会比较朝向说，在一些我们的一些其他国内的一些园区，大家交换这个展演好的这个动物，来让我们的小朋友能够有更多的这个机会可以接触到不同的。这个动物啦，这样也会有更多的教育的一些意义，这个部分我们来努力。你国内也很多大型的动物园，那其实可以跟他们来沟通，看能不能可以用一些动物来我们高雄寿山动物园增加它的亮点，我觉得这很重要。那再来，我想我之前也很关心我们那个内门休闲观光农场，我想要请那个我们观光局长，这个内门休闲观光农场哦，现在进度到底告对哈？请局长答复一下。请局长回答。谢谢副议长关心内门的这个观光园区。那先跟议员报告，我们的第一期主体工程在111年的11月开工，那到今年目前为止进度大概33.8%，那预计是在114年，就是2025的年底要完成园区的开发。那目前的工程进度都是如期如职在进行，没有延宕。那我自己也曾经去到工区，那也跟这个包括地方的庙宇有很多的沟通，那大家也都非常的期待，那我们会更加努力。那局长，我觉得那边其实也是大家很期待的一个景点了哈。那像我刚刚讲，我们在欢乐讲那边是动物种类也会太少，啊，无在咱开啊侪钱，有遮好的环境，咱是不是咱的软体说你在规划上是要有，因为还有那么多年，还有2-3年才会完工了哈。啊，是不是讲在这个物种上？我们可以再加强，或是说，局长答复一下。谢谢副议长。首先也跟副议长说明就是其实像台北木栅动物园，他们总共是165公顷，那我们寿山动物园其实只有12公顷，所以在整个的园区的这个腹地，好，然后可以容纳的动物的数量确实就在我们的园区范围就已经受到一些限制。但是诚如刚刚市长所答复的，就是我们会非常努力，就是把园区还可以再利用的空间，然后透过包括跟公立动物园或者是民间的这一些也许是农场也好，来交换这些动物，那让我们寿山动物园的这个动物可以更加的多元丰富。那未来内门的休闲园区确实也有规划，那我们的方向比较是这个可爱动物，就是比较那种让小朋友比较能够亲近互动的这种类型的中小型的动物为主。
我是希望说可以增加它的亮点，别说几行而已，结果我们开这么多钱，几行在那看人嘛，没有什么意义啊，好不好？所以要加强一下，好不好？好，感谢。谢谢，谢谢局长。谢谢。那我再想说，我相信咱高雄的观光哦，是多元化哦，不是只靠演唱会啊。那其实现在博二特区的战二库哦，那个旋转木马哦，我相信在它2018年哦进驻之后，它是我们全台哦啊最夯最完美的打卡的景点了哈。那可是在2019哈1月31哦，因为租约到期哦，那里边来拆了哈。那在2019年9月，高尾啊，人积损了，搁恢复。那他本来在今年的十月又要拆除啊。那我们在交通部门咨询的时候，也跟局长哦，拜托哦，讲啊，伊啊，甲讲一下，看个这个这好的景点，使搁留落来未吼？啊，高尾啊，去甲港务公司讲，叫伊嘛，搁敢留一个月。我想一个要培养一个网红的景点不简单啦吼，他是在战二库，大家人伊讲，就是要去那边打卡，表示以后来战二库这边。那为什么我们努力的结果才一个月，我就觉得很可惜吼？这是不是请咱的那个秘书长答复一下？请秘书长回答。好，谢谢局长，谢谢副议长，谢谢议长，谢谢副议长。那我想，战二库的旋转木马，它事实上它原来，引进的时候是用最低的成本啦，那个时候，在网红上事实上也达到很好的效果。那后来因为有建造的问题啊，折腾了很久。那最后会拆除，是因为原来的厂商的合约已经到期。那后期哈，整个的这个网红的这一块后期已经久了，时间上久了，他事实上他们现在在重新的规划，在前面的那个面海的平台，由港务公司底下的这个土开公司啊，在重新的规划，希望透过一号码头现在的新的澎湖轮的那一个立地，整个会在重新的规划，会有另一波未来的一个网红的一个景点，对的打造。啊，这是主要是这是厂商的关系，还是讲是经营没落？它其实原来摆在那边，事实上它就是网红来造的，也稍微后来后期啦，到后期也比较少啦，所以它现在因为时间上比较久了，所以它其实在重新思考。一个比较有亮点的一个设施会摆在那边。前不久我跟港公司跟土开公司那边开会，他们也正在积极的在那边有一个好的一个网红的景点，所以大概配合现在那一边的一个建设，应该很快就会有新的一个亮点出来。是，其实秘书长啊，遐规排吼，从站二区一直到站七、站八、站九，一直到这个。这个旋转桥遐吼，讲实在，我之前就强调过吼，讲实在，遐是一个足好的所在啊吼。啊，因为它离人家住的地方又有点距离，所以讲实在，咱高雄哦，真正唔知是疫情的关系，即卖夜生活的人少，那所以夜间经济就很重要。啊，所以包括这个战二库这个旋转木马，一直战二库，一直到香家码头，一直战七、战八、战九、战十。其实拢有厂商来进驻，但是我嘛去遐食饭，我相信在座嘛真侪人去遐食饭，暗时遐食饭，啊，讲实在都没有什么人。那为什么这么好的地方，这么美的地方，迄阵我讲啊，先那看卖用一条类似酒吧一条街一样，不然年轻人也没有地方跑啊。哦，越晚越热闹，啊，你嘛好管理的，全部拢伫遮啊。啊，其实我要去那边吃饭，所以说它的动线。也不是很清楚，因为佫暗飕飕啊，暗飕飕，你讲咱在地都袂清楚啊，莫讲佫外来观光客，吼、哦、啊，所以针对这一整排吼、哦，这个港边这边的夜间经济，咱是不是佮重新的规划，甲港务公司来讲，啊，无你暗你透早讲实在，你特来要假日有人尔，你透早嘛无啥人啊，吼、哦，是不是？这你嘛家己知啊，那为什么我晚上不好好的利用？哦，讲哦，愈差愈热闹，啊是拍破，啊是啥物，无足好。哦，
哦，是不是往这方面来思考一下啦？好，来，请秘书长你再答复一下。请问秘书长回答。好，现在跟互作报告大概就是现在的战斗库，其实平常日跟疫后了哈，平常日跟假日，现在其实人潮是已经恢复了。那它的旁边哦，它原来就是所谓我们那个阿伦在经营那个地方，那个地方它事实上经营不善，现在也准备要离开，所以离开了以后，大概会是在明年初那边就会有商进来。那现在在过去的战五、战六水花园，过去的战五、战六，现在也在积极的招商。那因为现在会暂时比较那个的是，它后边有一个五大管线，因为原来是仓库啦，但仓库现在。港公司那边花了大概4亿多，大概整个我们把周边的这个五大管线全部，包括排水等等这些哈，那污水的部分全部一次把它完成。那完成土开公司那边现在有一个规划。那完成之后，你这些要准备要做什么？现在大概就是说，除了既有的可能会有一些比较完整，像战区库有一些 office 进来，可能未来能够在平常日有一个基本的人数在那边活动以外，那特别在夜间经济跟假日的部分，现在其实在大港仓410，它目前都已经成型。那在过去日本这个有一个建筑师也进来，也会有一些住宿的空间，所以那边我想，两侧未来会朝向这个经济比较夜间经济的部分，啊、哦，兼顾到平常日，尤其是在假日。要你也规划一块，做一整排都是，大家人家吃烧烤，虽然无所在去，吃些烧烤，啉些秘鲁的，欣赏一下港边的风景，不是很棒吗？哦、不管你也用什么一挂什么卖衫啦、卖鞋啊，伫遐。讲实在，暗时啊，上海啊，鞋啊，买衫买鞋啊，是不是？所以你们要去活络地方，较好的所在，咱开啊侪钱去运用，你要让它有带来经济的效益啊，干不是？啊，现在轻轨也成员，要年底要成员了。讲实在呀，嘛卖迄落食酒、开车不喝酒的问题，伊也在坐轻轨，要啊啉一下秘鲁，坐一下烧烤，看一下风景的，不是很好吗？好，我们再来努力。我希望说真的要朝这个方向去走了，不然少年人暗时也无所在人去啦。啊，那里真的也不会吵到人家。你那边如果有那个乐团在那边演唱，在那边喝个小酒、吃些烧烤，无足好，吼、哦，是不是？啊，所以拜托一下，遐其他家阿伯咧规划时阵哦，把这个纳入考量啦。是，好不好？是，好。哦，我说对那里很有期待啦。好，谢谢会长，谢谢。再来，我要讲这个1.4亿哈，这个鼓山鱼市场啊，那在海洋局在7月1号向高雄区渔会哦承租这个拍卖土地哦进行火化改造了哈，啊，高边有那个蓝人虎股份有限公司来管理啊，那在111年10月21日哈来开幕了哈。那也是恭喜全台最美的鱼市场，但是在今年的三月吼，唔知是安怎人去拢无人买去啊，啊，总啊吼一挂业者吼，啊，因为伊做无生意，伊就只好暂停营业了吼。那宣布营业，本来讲要重新来营业啦，到尾啊到讲本来伫11月10号要重新开幕，啊，今日唔知是啥物原因吼，啊，佫延期啊。那是请海洋局长，请局长回答。谢谢议长，谢谢曾副议长。那鼓山鱼市场的龙鱼精品展售中心，我决定了，阿姨这是安怎？现在进行整个，为什么又延期了？应该是要给营运厂商比较好的一个准备工作，再呈现给市民朋友。那目前。最慢是下个月底，那目前是规划在12月中旬重新开张。那我们这次重新柜位调整以后的一个内容，大概是全国水产品的一个展售哈，还有龙鱼产品的伴手礼，那海鲜料理、海鲜待客料理、烧烤，还有
海景的啤酒吧，还有户外咖啡，哦，大概是这个部分。那我们希望说那个重新再开张以后，能够让这个地方能够活化。我进前就去啊了解吼，是安怎是安怎开，这安一个这好的所在，搁开啊侪钱，这么水的鱼市场啊吼。那其实大家也知道，你花侨市场，当你东港食过遐鱼市场，也是主管遐，讲实在遐海产待客料理，会使讲生意拢做啊真好啊，大家呐啊礼拜拜啦拢嘛人叉。啊，其实咱遐嘛会使甲做小迄个样式，咱在那个待客烧烤啦、待客料理，吼、哦，咱若要咱高雄市里面若要咱市内若要食一个海产，唔免走啊远，所以那个也是一个亮点。啊，叫我问问的，迄阵是讲因为恁的限制收济啊，恁的限制讲袂使有火，敢有这个规定？是，那这一次刚刚跟曾副议长报告哈，我们这一次都有增加海鲜料理的待客料理，还有烧烤，甚至新鲜鱼货的供应，包括生鱼片，还有生鱼片冻饭。那这个部分应该会符合一般民众的一个期待。有啦，所以没有那个限制啦。我今天听也这供应应该很这收济，所以也派来招商。以前都让游客自己烧烤哈，那这一次他改变方式哈，统一由他们来烧烤，然后再提供给我们来消费的民众。对啊，这一个好的地方，你就把规个遐市场扩比过来，安尼就好啊，是不是？足好。来，请那个秘书长答复一下。请秘书长回答，局长坐下。啊，谢谢议长，谢谢副议长。我想刚刚特别提到待客料理啦，这一次南仁湖这边也特别洽北高雄跟南高雄的渔会。所以未来会在刚开始初期啊，会在周六周日的时候会先印最新鲜的鱼货来这个整个那边有一个外面有一个立地嘛，在那边来拍卖，所以当然氛围会把它做好。那在那边拍卖的时候，你可以直接带回家，你也可以直接进来做待客料理。所以我们也特别要求在待客料理这一块一定要落实。所以未来有一个这个大锁丁，它本身就是知名的一个日本料理，那所以它也会从事待客料理这一块，我想让他先来做了哈。那另外刚开始也怕大家可能对那边的 image 没有那么的清晰，所以我们刚开始会有一些比较网红的名店会来快闪，让这个人潮先恢复。那待客料理这一块，我们希望它持续落实，所以能够在这里面来享用。我想这个部分。这个副议长讲的，我们会来落实。秘书长啊，这个要还要多久才会开幕啊？现在刚刚局长有特别讲嘛，大概现在已经是好的了哈。那相关的部分内测，内部他们招商的部分跟每一个商目前正在做一些细部的调整，所以应该是12月下旬啦，中旬到下旬，最后的日期一决定，马上跟副议长做报告。是，那其实如果他做得起来，他晚上也是夜经济的一个市场哎，哦，从那个鼓山鱼市场一直延伸，一直战二库，一直到旋转桥那边，其实都真的很有亮点。你也刚好越玩越热闹，讲实在，你也几百个酒吧一条街，遐大家人知啊，大家来高雄暗时啊买醉，就是来家。所以这个要给一个新的亮点，所以你的方向要正确啊，啊，无在底下开啊侪钱啊起起的，结果也无人要来。是。我们会来要求，是哦，加油了哈、哦。那再来我要讲这个高雄表参道的计划了哈。那我知道表参道计划是由我们林副市长领队了哈，然后跨越各局处。那据我所了解哈，这个表参道计划的会议，那个才开过8次啊。那开过8次，说实在的，恭喜在让我们。这一条中山路的旁边的商圈，若那个没有什么感觉啊。讲咱这个市场，这个表参道计划是非常非常好，因为咱的车头是新的嘛，啊新的咱要把这个活络，把这个商圈搁繁华再现哦。这个是咱高雄表参道计划，啊怎么去做整合？哦，咱的中山路车头一落来，就敢那哦足惊艳的，咱的高雄市，对不对？啊，所以我才知道你们才开做8次会，让人民没有感。啊，结果你们到底的方向到底是哪里？是请副市长答复一下。请副市长回答。
啊，谢谢议长，也谢谢副议长的这个重视啊。表彰到虽然只开了80会，但是他必须要软硬兼施，尤其是您刚指涉的这两颗珍珠中间的中山路这一段。刚刚市长在这个咨询我哈，在问我，我说大概市长有几个进度。第一个呢，就是说在我们美丽岛的周边有几块是财产局的用地啊，我们准备要把它做联合开发。那另外我们跟那个国家住都中心呢，它也周边呢有包括这个邮政用地等等，也准备要都市更新。第三呢，我们目前呢，我只讲以开发的论点而论哈，就是说那是比较长期的。那这个部分来讲的话，我们周边已经在有9个案子都已经申请了围绕，但是这还不足以整个周边能够立刻带上来，因为这个时候在得作为一碗魔管的哈。但是我想在这里也跟您预告，副市长，你要给要诱因他才会想来参与嘛。所以我是有那我是想说，因为很这个表彰到计划，其实他们的预算都分布到各局处了。对啊，我是建议讲是不是咱用一个专案，就是表彰到计划专款专用。哦，本来这个预算全部拢伫遮，是啊，由你们这个小组来分配说，要怎么盖，硬体设备要怎么改，然后还有什么软体要怎么活动，是不是会使用安尼？啊，我讲是因，咱也唔知影到底你讲硬体对这客人都没有感觉啊，完全没有感觉，就完全没有进度啊。因为我们的目标是面向2025，因为金阁也黑甲岛也起来，但是这里也不能等，事故呢，我们大概是会按照副议长的这些提醒，虽然是分散的，但是他还是集结在平台会议里面。譬如说113年，金发局就编了一笔预算要把它带动，观光局有一些预算要把它作为软体的带动。那第三一点呢，我跟你们报告，没有那个副市长，目前这两个，我觉得专款专用啊。为什么要专款专用？因为表示你的预算拢编在这，你要做啥，你就是会使随处理。哦，不管是硬体、软体，什么你每年，我今年的进度可以到哪里，明年的进度可以到哪里，后年的进度可以到哪里，安尼唔可以一直一直一直来完成这个表彰道计划。是的，谢谢您的这个提议，我会把这个的计算表哈，要求我们的幕僚单位通通统合起来，也包括因为有些是跟所谓的道路的整顿、树木的植栽，那么这是硬体类，那么甚至是包括南空处铁道局的，那另外呢就是说开发类，第三类是指所谓的文化跟所谓的产业的振兴类，那第四呢就是说，比如我想跟您预告一下，目前也奉市长指示，桃井黑的中山八楼东侧这边的联八栋，我们希望一户一户的把它租下来，让我们自己的一些清创的基地的，或者是说一些这个文艺复兴的基地。连八栋整修一下，大概开2000万了哈，所以我们也作为一个示范啊，那这个都是要软硬体都一并的来，那这个也需要中央哈，甚至说要主动的跟中央要求2亿哈，把那个整个的愿景馆要把它修缮一下。那同时呢，这座目前已经跟长滨派出所，那么再跟我们的内政部的这个警察局的这个总部，也都跟他谈好，要立即进行所谓的都市更新。啊，过来就是国城一个广场，个人也已经指派了这个都发局啊。那么当事者也表示有意愿要更新，所以我看南平这两个珍珠和起来，中央这个部分还要带动起来。我想最重要的原因是指说整个表参道还是目标面向2025，啊，希望大概让说拥有这些土地的这个土地者，他能够看到这个市府有些积极的这个作为，也能够呼应起来来做一些。那我想另外一件事情，也一些其他的议员有些提醒，我想我就应用都市更新的特殊条例，就是进行有关都市更新的策略地区的划定，两个接阔深的划定，把所有的商圈都框进来，那么给予一些较优厚的这个容积奖励，或者是较为一个好的地价税的减免等等的措施，那这个给我们点时日啊，也同时配合南公处2025年、2026年正式那两栋会盖起来的时候呢，我们想一起来振兴啊，所以我们一步一步的往前推，一雄。谢谢林副市长，我也刚刚爱搁加强一下。那我说要这个专款专用，这个我觉得这样让人家有感觉，说我给你编偌济，我要做啥，还是讲要讲硬体，还是什么植栽，什么货，还是讲要办活动，好，越吵越热闹，他2025就全部都完工了嘛。是的，好，啊，所以你在这段期间，那么是其他爱者，那么是爱者啊。是，哦，这样才能形成一个聚落啊。是，好不好？好，咱今天来高雄，加头路来一看咧，咱高雄了，讲哦，咱高雄变作水的哦，做亮点的，啊，做侪人潮的，安尼好不？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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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依照您的方式，我们尽量把它整个整编起来一下，谢谢。那再来，我要讲这个中都地区的从化区了哈，我想中都是咱高雄第二个美术馆了哈，
那其实有很多建设哦，我是希望说还没有去解决了哈。那第一包括咱的中都砖窑厂的活化，哦啊，包括第二，咱这个中都湿地公园，哦，中都湿地公园在讲已经开始使用之后，讲实在，伊现在是水流的问题啊，是安喏，它都变成一个死水在那边，其实也带来很多的脏乱了哈。啊，我想讲我的一个想法，讲啊，这个。这一个新的社区以后的大楼林立，咱要哪让咱这个中都湿地公园吼，会使让社区使用吼，给使用率又更高啦。所以我想说呢，人家依然有个清水公园，我是不是讲我之前嘛要去巡过吼？是说这个中都湿地公园，把这个水的所在吼，湿地的所在，这个改做吼清水公园啊。是先请那个林副市长，你针对本席。这个提议有什么意见呢？副市长，请回答。谢谢议长，也谢谢郑副议长的这个指教。这一部分呢，我们也有去看，市长也有去看，那么也有特别交代水利局啊，可以注意一下这里的整个的湿地本身的功能哈。尤其有当时啊，过几块污水会跑进来，所以这个部分水利局已经尽努力的，整个把它。我来了，我是跟咱有一个方向啦。你个方向，你个盖即卖拢有特色公园嘛？啊，可以借湿地公园都做无菜，讲实在即卖都伫遐咧饲蠓啊，还是迄落，咱无啥人咧用啊。是。啊，是毋是讲以后大楼林立都是小家庭哦？小家庭很多会带小孩出来散步，可能就是这个公园最大。啊，为什么不给他让他跟社区可以共融诶？再个路啊好。啊，所以我唔爱讲是毋是咱用一个换一个方向？咱本医生啊，是要中央个特医生，改做清水公园，这样可以吗？一样的，这个湿地跟清水公园它的意义是相当的哈，所以我想我们会按照这个郑副议长的提示，那同时呢，这个养公就是说公园处目前也已经花了大把的经费，也谢谢你跟议长也在去年这个最近的时间呢，就是我们已经开始把公六跟公三十二目前也增加了资金呢，把它这个筹这个。整个的公园的改建哈、也开始进行，那目前也正在施工中啊，所以我大概我们会朝您这个方向，也按照这个水利局的。我讲要写一个设计计划，看卖，咱无甲中央特寡钱，看卖会使来改造未？老师觉得这个有这个必要啦。是我们下去之后就会跟水利局也依照您的指示啊，请水利局也要开始研议这个方案。谢谢。好，副长请坐。再来那个中都砖窑厂的活化，这嘛还未改过嘞。局长，你要不要简单答复一下？因为时间的问题，你简单答复。局长，请回答。谢谢主席，谢谢曾副议长哦。这个部分我们会再来努力的。我们现在有在想其他的方法，因为其实如果按照董事会的进度，我觉得这样应该是没有办法达到你的期待这样子。所以我们现在已经在思考其他途径。市长要答复，请市长回答。议长，谢谢曾议员的指教哈，因阵咧较主啊，议员都拢足关心这个代志啦吼。啊，昨咱伫九如路桥拆除的时候，阮有几个局处所长吼，包括公务局、都发局、环保局啊、林副啦吼。大概我们在那边又后来又看了一次啊，大概几点结论跟正副议长报告。第一点就是那个汤龙铁工厂的这个的地区的砖窑厂了哈。这个它旁边也弄铁丝网围较贵的吼，啊，昨我有甲当所长拜托啦吼，伊就先甲拍掉，啊，拍掉了，伊就甲迄个砖料厂两个就连做伙啊嘛吼，啊，民众要进去也比较方便，啊，周遭这个树篱啦吼，树啊，大当树啊先静静的，啊，然后再配合我们唐龙的这个都市计划变更，好，那希望说那里能够开发，先绿化了吼，然后环境先把它弄好。那湿地公园的问题大概是因为遐是海水啦，遐拢是干潮吼起来，所以其实咧水是咸的，唔是正吼。啊，进前是有一挂污水排入来，对，按即摆已经甲切掉啊。啊，所以进遐水基本上是好的。但是呢，因为咱高雄吼冬天无落雨，啊夏天落大雨，啊所以遐咧压水的系统吼是无好啦吼，所以遐草啊你看到了拢打壳壳。所以这个部分我们有要求水利局哈，赶快把这个冬天整个这个洒水浇灌的系统能够赶快把它恢复。那这样的话，湿地公园的
这个植栽哦，这个树木可以长得比较好一点，那这样看起来就会比较好哦。那第三呢，就是九如桥哦，传达力啦，滨海迄里吼，遐因遐都拢无好嘛吼，遐环境过去落雨淹水啊，边啊周遭的环境也不好，所以我们就配合哈，在九如桥的北岸、南岸啊，希望桥拆掉以后，那边的湿地公园可以把它更连接的更好哦，整个公园绿地，然后在咱环保局一个中央厅里遐嘛吼，水利局拍摄啊遐。周遭吼，看会当做一个运动休闲的水上运动，船啊要落的所在啦。啊，所以整个环境，那配合九如桥的这个改建哦，我们逐步可以马上做了，我们就先做，那让它整个周遭那里能够成为一个休闲比较好的一个地方。好，这个部分也跟副议长跟还有议长也非常的关心，我们议会来做简单的说明。谢谢市长哦。啊，再来，我要讲这个三民第二运动中心哦，我之前嘛甲这个运发局哦，讲这个伫个中都哦，因为中都未来的人会足济吼，是请那个运发局长，啊，你所在找到的。局长，请回答。主席还有曾副议长，有关副议长指示，就是要去评估这个砖窑厂这个附近中都这个地方，然后本局有去看过砖窑厂，那以及周边的这些地方。那今天应该讲的就是，看起到这周边的这些都市计划这些部分，所以我也密切跟相关的部门，大家在做伙研究。拢真正爱找伫这个所在找一地啊，咱才有足侪话，拢咱市府的，啊，看是安怎，吼，你包括咱中都未来有可能卖设一个国小，我要问一下那个。教育局长，之前合体国小是因为等大楼林立了之后，才来想说再来拼这个合体国小。那其实中都也有可能会有像同样的情形，啊，是不是？那我们有提前的布置，有在讲哦，那我们要规划要起国小无？来，请局长答复。谢局长回答，侯局长请坐下。谢谢主席，谢谢副议长。那上次你也关心过这个案子，那我们事实上在中都，我们本来就有一个预定地就在那个湿地公园那边。不过这个地方因为是已经是湿地公园，要设置可能会有一点需要协调事项，我们会再协调其他局处看有没有更适合的地点，我们再来做处理。那另外你上次也提到这个和平国小是不是有可能就迁校的部分，我们已经 也在试着在了解各界的意见当中。其实都要提前部署啦。我刚刚讲的中都从化区也是讲第二个美术馆哦。那我刚刚提的中都砖窑厂的活化，然后改造中都湿地公园哦，那个设置第二个运动中心哦，包括这个规划国小哦，这我相信都要提前部署啦哈。因为这人会愈来愈多嘛，大楼一直在起，所以希望咱市政府哦爱重视这四个问题啦，好不好？好，请坐。再来，我要讲这个肉品市场的迁移哦。那请市长答复一下，简单的，我时间的问题。请市长回答。议长，谢谢曾副议长的指教。我想我们三民区的议员也都非常的关心啊，议长也非常的关心。那我们最近最新的进度是有跟农会了哈，那个在谈说这个地方迁移的一些事项啊，大概也有一些附案啊，那希望说能够一方面能够不要影响到我们高雄的肉品供应，那二方面也能够让我们的员工，我们肉品公司还有我们的同仁，那希望说他们的工作权也能够保障，那希望能够加速的定案了哈。那另外，我想曾副议长一定会问果菜市场了哈。那果菜市场现在大概在水果的部分共识会比较高一点哦。那蔬菜的这个部分，我们也在加强的在跟我们的工会来协调了哈。因为其实我是比较鼓励的哈，因为其实我们果菜市场还是要重新来定义我们现在果菜市场。因为咱进的蔬菜其实是拢小卖较济啊，唔是大卖啦。大卖当然有，啊，那小卖都有嘛，吼。啊，所以这个改建，咱咪符合讲即卖时代的潮流嘛，
吼、哦。啊，所以水果大卖为主，啊，但是蔬菜小卖为主，吼、哦。啊，要安怎让这两种因的咱只的摊商拢会当受到上好的照顾，甲未来的发展，啊，为安尼去想啦，吼、哦。啊，无你若讲这个改建吼，敢、哦、是讲啊，要甲用个清气起起来，安尼其实帮助对因来讲无大。哦，啊，第二就是讲，要搬走迄个配套啦，所以呢，一届两个要做一搬吼，可能非常的困难，因为要找一块遐大地地，互因暂时中继的市场很困难，啊，所以可能要分阶段来做啦，哦，啊，无即卖前黄先伟也经过吼，头前迄栋大楼已经几十年，都安尼破破烂烂吼，即有当时落雨淹水，啊，这个安全我嘛小可真烦恼啦吼，啊，所以这个。部分大概小可分开，啊有共识的咱先做，哦啊无共识的咱就搁继续讲嘛，哦啊分两个阶段来进行，安尼可能会较好。啊第三嘛爱解决只停车的问题啦，因为边啊迄个停车场吼，其实大概去啊车头拢停满满，哦啊边啊搁一栋长谷大楼，啊甲咱的这个啊社区啦吼，这个安吉头的社区里啊停车的问题也愈来愈侪，哦啊所以啊搁伊也甲高一搁真接近。哦啊、所以这个停车的问题，这是咱啊迫切嘛要解决的。啊，所以我是希望讲，这个果菜市场若要改建吼、哦，相关这个问题，周遭的生活环境吼、哦，我们都还是要努力的来解决这些问题。哦、我蛮拢有咧帮忙咧道讲了哈，因为真的很不容易，市长要协听吼，细细哦也要来协听，希望讲因赶快有一个共识，不然如果没有就。钱就被收回去了，那很重要，希望阿彪一个段落。那再来讲这个高雄巡守队的问题了，那我想六都里面台北市有4648队哦，拢总三万几个巡守队。那新北市有573队哦，满18000多人哦。那高雄是排名第三哦，457队哦，会使讲13000多人了哈。那我常咧哦，即个李长常咧讲吼，啊，咱的巡守队还不如最辛苦的没，他只有误餐费而已，其实他福利真的很少啦吼。啊，常拄到阮议员坡也是拄到议长也是拄到咱的，拢会讲啊，一件巡守队的衣服哦，都已经十几年了，啊，十几单啊，讲实在，咱嘛甲13000几个，啊，让他有一个新的衣服来穿。安尼，咱到底咱有法多无啦？来，请那个警察局长。局长，请回答。谢谢议长，谢谢政务议长关心我们巡守队的一个装备问题。直接很明确跟副议长报告，我们巡守队的背心是三年采购一次，一次大概采购1/3的件数。我们在去年112年就有采购了。那个皇冠背心5024件，就是三分之一。我们现在已经到465队，13500多人了。所以刚才讲的是三年都会轮一遍，像咱去年够。是啊，是啊，你局长，你可能唔知影方向伊啦。我讲的是迄个外套啦。对对。你像人台中，人拢有咧编的，人他每个月有45000的巡守工作辅助费，然后一年还有30000元的装备费。啊，你包括咱的桃园。嘛，伫个今年个十月嘛，说家己会阁掏2000多万来搞这个巡守队做一个夏季的制服。哦，我其实说他们说实在，那件外套我也知道也十几年了，一直拢无换。啊，我是啊，是毋是讲拜托咱局长、市长，市长这可能爱你答复一下啦。巡守队这个外套啦，啊，无因这个顺顺的讲啊，议员啊这。请市长回答。拢破破烂烂啊！啊，十几冬啊，拢无换啊！这是不是也无偌济医生？啊，这咱第一线上辛苦的巡守队，是不是用一个较温暖的福利安尼啊？来，请市长，请市长答复。我们来看一下啦，因为有一些哈、哦、是在采购赛三年内嘛哈、哦，那期限还没有到。那有一些可能有一些巡守队大概时间已经到了，这个我们来研究一下，看大概缺多少，请警察局来做整理了哈。哦啊、不过我们那个误餐费哈，我们原来是70块，咱就卖已经调到80了啦哈。啊，所以未来我看，咱呐今年有一挂结余哈，
这个咱买一寡迄电费啦，吼，尖灯。有，我们今年已经有买尖灯。来分发到其他的这个巡守队。来，拜托市长哦，甲迄落甲补助一个，然后让因迄个巡嘛，穿啊温暖的，啊无寒天足寒的。好，谢谢，好不好？好，谢谢副市长。谢谢，谢谢市长哦。那谢谢我们市府团队的努力哈，我们大家一起为高雄努力打拼了哈，我们就是要让高雄更好。那我今天的质询到这里结束了，谢谢。好，谢谢曾副议长的质询，休息。
继续开会。这一节请李乔如议员、总质询议员请。谢谢议长。各位高雄市民，大家早，我是李乔如。那这一次的总质询呢，我大致上以体验高雄市民的民生的这个指数啊，快乐痛苦的指数，来要咨询各市政府的一些其他的单位。首先哦，我想要请市长哦，会当听一下，因为这是一个足严肃的有法律上的问题，也请法制局长认真的听，也请公务局长认真的听哈。那我有邀请那个区长哈，燕巢区公所吴区长列席。吴区长，你就看着我的左前方，你的前方这个影片。那这个影片呢，大家嘛请市长看一下哈。这个影片呢，是伫燕巢哈，燕巢区哈，伊个地方呢，几啊笔地，但是这个道路，其争议案的道路，伊个地方是横山段377D号，哈，这整条路一直涵盖这里，哈，这是这个道路的形体，哈，这个目前呢。这个道路的现场吼，市长参照安尼，本是会勘三道，区长列席两道，一到请假，请主笔这个来代理吼。那么这个土地呢，其实已经行40几年啊。吼，余陈业英老县长，伊的得奖吼，伊当时公关是由乡公所啊县政府来施做的吼，已经行这久啊。那么这个老地主、旧地主呢？在107年呢，都卖乎一个姓陈的吼，这陈先生吼但是这个陈先生呢，伊这个道路呢伊有破坏，后壁我再搁讲。但今仔个主题就是讲，这个道路请市长各单位拄只我点着你看，伊的电条啥物也拢具备，还有道路的白线也标准这是政府施做的吼。那么这个新地主呢，在111年8月吼，就公然吼将这的道路跨度跌了4.5米，吼破坏了壁围无到3米。那转弯处这里呢，原来是6米嘛，同款。所以地主啊，后边有咧行路有2号，吼，这是长期来咧行，这个新地主。未买就咧行诶，地主家诶树牛诶后壁，因诶通行权哦，17栋以上诶牛辆车，甲伊诶牧粮草因咧树牛嘛，无法度嘿送达顺利，好安尼。好，吴区长，以上我这个资料哪里不是事实或者不对？那你说明一下。请燕巢区公所吴区长回答。我拄只咧讲诶，时间甲现状有啥物唔对？你讲。事实，是事实。好，那你事实陈述没有问题。好，你请坐。好，市长由政府会做事，市长、局长、处长、科长、区长、区这个长字。是干什么的？是想要做名声呢，还是要担当责任？市长，你请答复一下。请市长回答。请市长回答。我们的工作就是要尽量的帮人民来解决问题了。对，在法治的范围内，对不对？好，那依法行事嘛。好，政府就是依法规嘛。政府无咧用讲的啦，对不？对。好，市长，谢谢你的承担。好，来，接下来。市长，如果这个政府呢行政失能，它会导致人民怎样的后果？一，社会秩序混乱，人民诉讼。如果是基层道路，原有的通行道路权益会严重的受损。然后，市长，我资料给你，请你看第一项开始，社会秩序大乱，司法官他们在大法官有解释，400号解释认为。继承道路的具备3个要件：第一点，为不特定公众通行所必要，这个横山段377号2号以上的行，搁是营运必要，而且伊是唯一
通行的道路，无路通行，吼、哦，四十几栋，吼、哦。第二，于公众通行之处，土地所有权人没有阻止事情。这个地主三四十年的原地主吴先生，伊原来甲这个地同意当时的伊当外伊管理管政府开辟做计行道路的事实，拢总无提出异议，吼、哦，这是符合第二条。第三，公共通行的属性历代久远未曾中断，他们都没有中断过、哦、只有这个新地主买了107年之后，111年就毁损政府的标线，路标的标线，然后呢，这笔土地横山段燕巢377D号这个计程道路具备了本席刚刚陈述司法院大法官400号解释的计程道路。另外，我们高雄市市区道路交通管理条例第二条，本自治条例主管机关为公务局，主管机关以本府各目的事业主管权责划分如下，请听，权责划分：第一，主管机关非属各目的事业主管机关权责范围之市区道路管理，6米以下道路路面之改善及维护，由各区公所执行之。第六条，地计程道路依公用第一关系，刚刚我解释了司法官第400条的就是，其继续供道路使用者，土地所有权人不得有违反公众通行目的、妨碍道路通行之行为。主管机关或目的事业主管机关得为必要之改善及养护。那么6米以下是谁？燕巢区公所。我请问法制局，法制局王局长在哪里？本席提出来这个法制的问题，哪里有问题？计程道路，请你答复。请局长回答。谢谢议长，谢谢李议员、哦，就是如同您所提到的，是大法官会议解释400号的哈，就是它的三个要件的。第一个就是它要那个供不特定的哈，不是特定的人，是不特定的哈，不特定的人来通行所必要的。那第二个就是说，它要供通行的时候，它是没有反对、没有阻止的意思表示了哈。第三个就是说，它年代已经久远，而且你不要再重复我的东西，我已经给你看了。我有没有哪里法令上的问题的？市规跟大法官的解释没有？没有。请坐。我再请公务局的局长杨局长来，请答复一下。我肯定你们地方政府、你们的下属机关养工处，养工处通吃3次会勘，都到现场认为这个就是计程道路。地震局我也要求他来看公照图，空照图你知无？民国72年的空照图，伊的现状，这个所在就是计行道路。我请问你，局长，我陈述的这有属实无？因为你公务部门我有咨询过了，我有刚刚请你认真的听，有没有问题？谢谢。有没有问题？我的法言有没有问题？你答复就好。没有问题、啊。好，没有问题。好，你请坐。杨局长，我跟你讲，养工处长很认真，但是他有一个公文不能发。什么公文不能发？你们不能干预越权各级单位，6米以下不是养工处的。但是养工处很认真会勘，会勘的文也知会了燕巢区公所，请他们通知谁毁损者。要恢复原状，这个叫做什么？捍卫市政府的公权力啦！起跳，你们的区公所是我们人民的末梢神经的前段，萎缩啦！一就是不发，我告甲动省，我是小组，伊才甲我发一个公文，你敢知迄个什么公文？你欺骗我，你了如吗？我最少我也懂得法律。我虽然不是法律系的，我这20几年我很认真在学。一函文工，请依照养工处的公文呐、啊，请依照养工处的会刊公文呐、啊，
那你这个长是干什么？你是送这苦丢娘娘的呢？你不愿意承担吗？这不是政府，哪呢？这苦丢告什么艺术？告什么艺术？好，我再播放下一条。不好意思，好，下一条，那个请我们的播那个现场播一下影带，市长。这个新地主回准燕巢区红山段377号的上面的继承道路柏油道路哦，你看这功能调整单一买起这个公款的，他们认为什么？他们认为陈其迈市长到115年不会算了，所以调整起这个单一买的公款的，然后将原来的继承道路的4.5米宽。转弯6米宽的通行权擅自为钢骨结构缩小不到3米，起六足条也是安尼哦。新地主这位陈先生没有，他在破坏这个的时候，破坏政府铺设的道路、公共财的时候，没有经过行政程序法，也没有经过司法判决。就将继承道路通权的事实私自毁损政府在这里铺设的继承道路，主管机关区公所112年8月接受通报，李乔如也告知你区长通报这个地方应该命其立即恢复。我没有用特权的，我用法律在跟你讲，政府如果不依法行政，那你怎么当政府？我请你恢复，你给他提供这永港处的，啊，永港处头前的门，他早暗在什么乌龙蛇都给乌窟来跳，啊，无情无巧是后壁，我出名了后，他开始正经讲啊，这唔对哦，你们也认为？那吴区长怎么表示？表示说，永港处无明定地心道路，所以也维护市府铺设公路不必执行。市长，高雄区有4000多条以上的地心道路啦，那逐条爱指定啦，大家都大乱啦。然后，市长刚刚给你看的路线很漂亮的，那条道路拢总是私人地啦。这个地主破坏伊个。伊即马嘛行别人的土地呢，伊即马行的寄生道路，伊爱出去嘛是行别人的土地，但是伊的寄生道路给人买啊，啊，伊确实唔好人行。好，来，还有哦，土地所有权人哦，叫盖丘二的时阵哦，伊讲是区公所叫伊二的，市长在你爱查，区公所叫二的，请市长。叫警政机关查回审者所属是否为事实。大一个区公所的白目的叫人去挖计程车都会使挖的，这点。好，接下来，行政失能，明知自己的业务而不为，市长。这是明显的图利不当行为者混淆视听。现在的土地所有权人非40年前继承道路的所有权人的地主，这个买卖刚刚我已经有说过，它是107年买的，这个已经成为继承道路的事实。买卖双方你已经看过土地，新地主陈先生，你今天跟他买土地可能没有看现况吗？有。那么你对现在377号你买的土地已经成为40年的继承道路，他的事实你就必须盖瓜承受，这是法律规定，而不是通行权的土地争议，爱搞清楚。所以区长就拿着这个新地主讲个不当得利，讲伊都唔免维护。但是继承道路的事实，在毁损之前，你毁损在后，
那么计程道路成为事实，那么你们是不是要依法来维护行政？所以市长啊，这是非常严重，吼、哦，这个目前计程道路吼、哦、通行二十几档吼、哦，以土地所规定的这个所有权也无提出异议啦。无论什么人的地主一代二代来买这个计程道路地啦，都不能改变计程道路共公共通行权的事实。啊，目前高雄市这个计程道路有偌济条？4000条以上。最近陆续拢在发生，洪山嘛搁一件。最近陆续在发生土地所有权人破坏法制。造成社会秩序的不安，司法资源的浪费。市长，请市长你订婚指针，要求行政单位依行政规定计程道路公共通行权，而且应该速命要求毁损者恢复原状，以恢复法令规定计程道路的精神保障，捍卫政府的公权力啦！政府若无公权力啦，人民是要哪生活啦？一个小小的计程道路，都不够浪费遐尼啊济事啊资源。你的前线的区公所吴区长啊，我唔知道你是惊死啊是安那？我足歹势，我其实足客气的，啊无我是要怀疑你是公家呢啦。你是甲这土地地主讲，还是你去因地因兜食地食收一道啊？好，来，吴区长，来到目前止，请你陈述一下，你为什么不发公文，要求你的业务为什么不针对这个横山段377D号上面的计程道路来发公文，要求新地主陈先生立即恢复原状，维护你应该有的责任。来，区长，你说明，我给你说明，请区长说明。报告议员，因为这件案子在告的过程中，法院就裁定7月28，它非属公众使用，所以它已经驳回它的申请，不是计程巷道。所以跟公务局养工处认定的，它不是计程巷道，这是前提。那不是计程巷道，就是道路的私权争议，我们就请法院帮我们裁定，裁定结果我们就按照法院裁定的结果来执行。那现在法院是要依通行权，请当事人跟他协调出一个通行权的金额。那下一次12月12号。那法院就会判决通行权的。请你告诉我，他是111年7月提出诉讼的，对不对？对。啊，以诉讼的东西是什么？主旨，他的标提诉的内容，他是什么？那谁？就是那个陈先生提诉的内容。他请公所恢复原状跟赔偿啊，还有他的。他提诉没有？你讲法院判决嘛？我今嘛不是要跟你讲哦。我的时间很宝贵哦，我只是要搞清楚重点，要讲清楚，让市长知道哦。你敢不知道这件代志是制造社会纷争哦？这哪创无好势？4000多条在等你哦。既然这个会使，谁那我袂使？既然这个会使，谁那头前同款计程道路袂使？规条哟！我回到前面。好。我让市长看清楚，我为黄线所在开始一半，就是这个新地主破坏，但是伊的头前拢总这条道路足好，啊，这拢私人地。那是这个地主会使，那么头前的都会使。请问市政府要安怎处理？为什么伊学会使，我学袂使？白白拢继承道路。那区长，我请问你，你刚刚说诉讼。认定不是计程道路，因为你没有拿公文给我看哦。他是提诉什么？我知道他控告去年的111年7、8月，这个新地主是控告吴区长跟这个后面的使用者不当得利哦。我知道是这条
对。哎，你说的是这一条吗？不是。好，那另外哪一条是几月告的？他7月28裁定的。怎么裁定？那你裁定之前总有诉讼吧？因为这个是他没有经过公所，是地主私底下去跟法院。法院用什么依据说那里不是基层道路？他有没有通知高雄市政府列席？他有没有通知高雄市政府的公务局、养工处、你区公所区长来说明？哎，这条道路是安哪来的？到底是民国几年行？安尼无，拢无问。哎，法院就是现况认定。哎，现场哦，法官现场可以这样认定，这不是基层道路，唔免看空教道，唔免看历史，唔免看土地法，安尼都会使讲这不是基层道路。没有，他有看之前我们提供给地主的公文。哦，对，我就是要你讲提供的公文，就是因为你的公文出问题。啊，他也认为他不是公众使用。哎，我告诉你，所以永康处公务部门我就质询啊。我讲区公所乌窟老你永康处跳，啊你真正跳嘞！啊，这得接明的，这得。道路遮长的，还有电梯，还有迄个，然后法院检议判决就讲，哦，这不是巨型道路，啊，无通知市政府的公务部门永康处地政局提图来讲，这条路是不是巨型道路？如果市政府若讲我的行政业务这个不是基层道路，安尼法官唔知道我都判，法官也无根据法院都判嘞，就是因为你迄张公文。请你把那张公文你都没给我，因为我们要帮后面没有办法生存的人提诉，我们要求这个判决是没有具效率，因为他没有通知该通知的人。谁可以认定你区公所都可以认定？哦，这样你区公所是怎么不能认定他是基层道路？我们没有认定，我们请公务局认定的，那法院判决。 好，那你请坐。杨局长，要请养工处答复还是你答复？请养工处。杨处长，你答复。区公所讲，您甲人公文认定讲，这不是基层道路。好，谢谢议长，谢谢李议员哦。迄、那个伫高雄关界界是安尼较早产业道路啦哈。对、哦。那当时公所来问是说，这条是不是属于基层道路了哈？嗯。那么是回复。我们没有去认定过，因为基层道路要认定哈，必须有土地所有权。你们没有认定过？对，没有认定过。好，那么没有认定过，就不是基层道路，是不是？不是，你说明一下这个意思。基层道路要认定了哈，第一就是讲迄个土地所有权人，或者是林地，或者是建筑物所有权人，那我们再按照大法官。处长，你知道你们没有认定过这句话，就成为了这个争议的祸端。就是属实个。甲回复嘛，公所甲问嘛，哈，问讲这条是咪基层道路？处长啊，高雄市4000条以上的基层道路都唔捌认定啦。所以我甲杨伯讲，安尼处长啊，那无认定市长，恁好人那恶，恁嘛是当好，这无认定嘛，啊，法官都拍讲唔是基层道路。基层道路。安尼陈其迈市长，食饱拼台积电，拼什么大建设，拢无效，他将他的声望。将被这种基层道路搞不清楚，这种祸害淹没了他的政绩。我跟你讲哦，足多人在看这条，这条哪错无好处理哦。我跟你讲是严肃的问题。这个燕巢这个基层道路是事实，但是你也去看过现场，但是因为你们前面那公文的错误就要勇敢承担，这样是不对的。这样是不对的。所以我跟袁伯格过嘛，因为之前是那条文来嘛，他只是说那条道路是不是继承到我们同意，那时候就跟回复说我们没有，因为他是没有认定，对，没有认定过了、哦、没有认定过，但是没有认定过就代表不是继承道路吗？我是说继承道路，我请问你嘛，你们应该有专业知识吧？这是较在产业，我用那么久的时间是在讲高雄市的大事，不是这个小事。很多这样找哪会使，所有都会使。有救的啊！无，你干那是因家的好朋友呢啦。伊个是拢。我讲的严肃问题是这个。是产业道路，改解产业道路啦，啊，得讲我们去认定继承道路的时候。告诉你，处长，不管什么产业合并了，就有事务规则。你请坐，请副局长答复。
请副局长回答，副市长回答。谢谢议长，我非常赞成乔如意言的这个法律的绝对主张。那这个地方，请区长不要害怕，这个就是依法符合大法官解释令第400号。那虽然在韩文里面，它本来就是公资产去做的产业道路，已经继承了，是，所以它就是所谓的它有通行权，是，跟它是不是地道公处给它认定为继承巷道，这是两码子事嘛，是，但是它是有通行权的，就是属于我公共这个台高雄市的自治条例嘛，是，而且也是符合大法官400号的解释令嘛。王局长是法律权威嘛，他已经说明清楚了，是，这个要命期七天内要立即恢复嘛。有部门咨询啦，就是恁的区长，当夜无要发公文，安尼尔。是啊，所以假如你这是法律见解非常的清晰，所以我在这里也责成民政局要要求区长立即限你两个礼拜内要完成恢复。不，副局长。会后结束，三天内韩文，你不要再让他拖了。是是，这就一定要先韩文，他命期七天内恢复原状。啊，伊那不肯的话呢，我就责成公务局协同地震局去直接立即恢复。然后同时呢，也要邀请警察局的深水派出所维持秩序、啊。如果需要排除，就立刻排除啊。这个否则的话，这个是这个就是依法行政嘛。当然、哦，就是这样子。那我们对于这个继承巷道的这个这既有通行权的这些地主们，就是说要跟他表示，是，你虽然是到了这个，这是两件事情啊、哦。也许我们的文件不足，让法官的一些误判，我们仍然可以提请上诉啊。是，没有，好，是副市长啊，你请坐。好，你讲得这么清楚了，我都才讲，我今仔日徛伫遮，我宝贵时光，我唔是咧甲这区长咧跟政府咧回咧。我是依据法源呢，我看见的是未来呢，谁知道陈其迈市长将来要走什么样的政治的大马路？你以为这个事情是小事吗？四千多条在等你，这个可以，别人都可以，啊，如果这样忽然乱意，我跟你说，陈市长，你的施政对在哪乱意？因为连这种东西有法源你都搞不好了，你要做什么大事呢？你的末梢神经已经萎缩了，如果哪不是人该撤换就撤换，这个长子是干什么的？长子要订婚指针的，不是让人民诉讼的，不是在推卸责任的。所以林副市长，你既然答复了，市长就不用答复了吧？好、哦，已经答复那么清楚了，你是专家。好、哦，那么我要求三天内，燕巢区公所一定要函文要求损坏者。如果他不恢复，一怪手伊就有钱个啦，吼、哦！怪手咧用安尼，咱都用上效率的去甲恢复，好、哦，多谢。好、哦，以上这个议题，我是站在高雄市整个大城市的角度，阮即嘛是闽南区，不应该有这种事情发生。凤山现在也一条在等着市长，好、哦，我大概那不是我的案子，是别的议员哈、哦，所以我已经看到了严重性。因为我对我们的陈其迈市长是非常有信心，只是呢，一个市长统领他的这个团队呢，也交付各局局处的首长去承担辅佐，但是市长的末梢神经已经挪移萎缩，我有责任监督的责任，在这很严肃的告诉市长，该怎么做就怎么做，如果怕事就不要给我干这个长子，好吗？好、哦，就当一般的公务人员可以吗？好、哦，好，那个吴区长，你可以离席了。好，请区长离席。林副市长，我很认真，所以请你在议事厅的回应一定要落实。好、哦，因为司法的判决有的是因为它的依据不够完整，有争议，所以我认为。我有责任来处理，如果没有，后面那四千条等着你们，大概会依法效法哦，不要小看这个。好，好，好，我要甲陈市长讲，方才我所提出来的，当然也不是代表高雄市市长你率领的团队，哎，这么差，就是那个小部分很烂，那烂烂去，你就甲剪掉就好。哦，啊，你赶紧报，哦。然后我们高雄市团队其实
在整个表现上是很好的。公务局、都发局、建管处非常的亲民，例行都把事情处理好。公务部门就是差在这个区公所把你拖累了。好，燕巢区公所，社会局也很努力啊，做社会救助啊，执行起度你的菩萨的精神，去照顾高雄市民的弱势，做甲足好，方便嘛真好。教育局，我们的局长也很认真的办教育，哦、只有一个中山国小七成国中更名为美术馆国小，这个还没有完成，我拼要十几年了、哦、啊，所以我感觉时间到啊，因为这个学校更名呢，它符合了我们更名要件，就有一点轮船公司哦，就不简单的市场，当年来哦，轮船公司都亏损的。啊、既然这三年的经营哦，成果会当行销，行债务2000万啊！我表示讲，这个当处长真好哦，可以营运转亏为盈哦，表示这个有认真啦吼。但有一点漏高伊，就是卫生局吼、哦，黄局长你很认真，你们的卫生团队还有环保局都很认真。为什么现在的疫情啦、啊，所有的相关的一些？一直都持续，还有我们的团队确实很辛苦，好、哦、这一点，我们的卫生局那个黄局长跟我们的环保局张局长的表现也都非常的好，哈、哦。好，市长，我大概解释一下，哈、哦，为什么我会提出，这个是迁校的，哈、哦，古山区的龙水里的七贤国中跟中山国小，哈、哦、啊，都是迁校的，那当时是本席争取。那陈局市长呢，编了4.多亿盖了中山国小，那让很多的孩子可以在那边就读哈。那他是迁校的问题。那中山国小在其实，在峰山也有一个叫中山国小，两个同名都可以更名了。那么我就不再重复前面很多哈，男子区的后金国中啦，小港区的海善改为红马港国小啦。也三拿吼，诶，改造诶，这个巴南花部落大跟地域环境它的有关系社区，所以我本席为什么建议可以更名？吼、哦，那个时候的环境跟背景不一样。那现在呢，七贤国中完全都是古山区龙水里的居民才可以就读，中山国小也一样，而且呢。高雄市美术馆的建设，陈市长，你拼甲遮尔啊水，全国上有名的美术馆园区、轻轨，还有内围艺术中心，市长开足侪钱伫遐建设，你名声透全台湾。但是呢，我们看不到七贤国中到底在哪里，中山国小在哪里？但是这个美术馆这么美的地方，为什么我们的学校？不要更名为七贤，改为美术馆国中，中山国小改为美术馆国小，符合社区。我都询问过很多年轻的家长哦，伊讲对呀、啊，议员，为什么不叫美术馆？人家一想说美术馆国中、美术馆国小，高雄区啊，唔免讲啊啦，大家拢知影伫美术馆特区啦。但是你若讲七贤国中甲中山国小，大家三无啦，唔知影伫倒位啦。所以更名。本席提出的符合学校社区的公共利益，所以我想听听陈市长的意见，您认不认同本席这个主张？如果认同，那么请你正式的要指示我们的教育局，该前进社区说明会该怎么样做？之前失败，好，其实我坦白讲，哈，迄个时阵因为选举政治介入，哈，所以我们希望选举后我们来正视这个问题。哦、那回归给社区龙水里所有的居民，因为这个学校用地是这的所有权人买厝的人负担的。那么，如果社区的公民认为可以，那么我们为什么不成全他呢？好、哦，市长，你同不同意我们那个美术馆的那个七贤国中跟中山国小更名为美术馆国中跟美术馆国小呢？好、哦，可以，那我们就依照程序呢。市长，你还是要让你要答复吗？你同不同意这样的本席这样的见解？请市长回答。议长，谢谢李议员指教哈。因为这爱有一个程序行啦。我知。啊，但是你若讲七贤国中离七贤路嘛吼，过去嘛吼。嘿，较早伫七建金区啦。啊，你即摆刷去别位吼，佮用七贤，我惊人会小可混淆啦。嗯。像啊七贤国中里底，大家计程车驶，我走去七贤路。
啊，但是这个程序也要完备了哈，啊，所以我是拜托就说可以列为一个政策嘛，对，好，推荐公共政策，要该爱大家赶紧，谢局长哈，大家赶紧来讨论这个，好，好，选举以后哈，大家来处理，不一定叫美术馆啦，哈，因为我今年想 ，OK， 没有关系，对啦，得名哈，大家，但是要跟美术馆哦有一点点关系啦。啊，你更名才有意义啊！遐应该是美术馆遐，美术馆也可以啊。古早时代叫啥物名？迄个是诶，迄个做诶罗无啦，来维宾呢？迄是来维宾。所以李议员啊，代志有哪济啦吼？记性有哪无好？别来想一个，来想一个啊名咧。较好诶。哦，咱名是开放，然后就大家共享。对吧，欸，但是要符合社区第一啦，那我们还是要整合一下，好，因为学校有学校的意见，地方有地方的意见，赶快来整合。好，OK， 谢谢，好，谢谢市长。好，接下来，我要请教卫生局长，很简单，本席肯定明年的一月起，对，113年，明年一月起，我们的联合医院，都要委托，高雄荣总来，营运，那我非常的支持，那大致上，本席在这里要建议的是，希望能够透过局长跟高雄荣总，能够去沟通，因为是20年，这20年的约，我希望，因为当时他旁边的交通用地啊，也是本席争取，那时候是陈市长的任内，请交通局那个交通用地能够交由联合医院来管理，那未来这个土地可以纳入联合医院的院地院子，比如说我希望可以改善联合医院私立联合医院的环境，那因为呢他都一直在负债嘛，所以市政府的资源有限，那么我希望高雄荣总来接的时候能够提醒一下说，因为我确诊，我登革热都住在联合医院啦，我跟你说啦，那病房我也没什么特权啦，我就跟大家一样就住那种病房啦，很吵的，很坏的，我觉得说高雄荣总进来了，荣总是第一名哦，环境第一名评比的医院了哈。那我希望透过荣总的参与，那20年我能够改善这个医疗的设备，当然我们医师是联合医院不足，他们有充足的医师可以参与，但是环境我更希望透过高雄能够来改善，最好是属立医院嘛。他可以去中央再申请哦，改那个交通地哦，我不知道变更地目了没有？他的交通用地可以变更为医疗的用地，那么以后就可以盖医院。那么私立联合医院将来就是一个非常完整。联合医院不是只有鼓山的那个使用呢，它那个左南以南，那个三民以西，民众都会来这边私立联合医院。那么局长来，你的看法怎么样？来，请答复。请局长回答。好，谢议长，感谢议员。迄块 L 型停车场，迄块地即马已经属于咱迄个联合医院了呀。吼，这第一点，第二点就是讲，伫迄内底，其实咱即个未来就是要谈迄顶管要起一个差不多要10万平的一个新建的医疗大楼。是吗？对，这已经是。地面变更啦。啊，变更完。这种完建了哈。对。哦，那效率蛮快的。你说关心咩？包括遐个交通啊，种些，一定伫，因为要起一个新的迄个医疗大楼，啊，佮交关块旧的合作的时阵，规个边啊迄个交通的动线，种些，这一定爱规划好，啊无，啊无民众，包括咱破病都行动较不方便啦，佮起遐，这种个扣子再来。哎，我很相信高雄荣总的实力啦。那因为我们有很多的小港啊、旗津啊，很多的医院我们都交给高医了嘛。那我觉得属立医院中央的这些大型的医院也要分布一点社会责任嘛，所以我们希望高雄荣总来承担我们联合医院，那因为我们也知道属立医院在中央的经费是很足够的，那但是你如果说来我们委托这个高荣的说，我们希望看见那个私立联合医院的成长，让大家都能感受，尤其呢他又在美术馆特区，然后又在轻轨的旁边，所以这个未来有可能它不是在服务鼓山三民左营哦，它有可能其他都会搭轻轨来这里就医哦，这样的方向。那么我们希望私立联合医院呢有足够的土地提供，那么停车场可以往下发展，
好、哦，那医疗的这个大楼呢，可以先盖旧的要整理哈、哦，因为南公鸡呢，联合医院当然他很认真嘛，他的医疗团队很认真，阿姆哥那波及嘛哈、哦，哦那个波及都做波代级啦，哦要医疗设备要提升也要经费，哦那医师又不足，哦坦白讲医师不足，哦那护士当然也普遍的缺乏。哦，他其实我也很想在这里跟局长讲一句话，我希望能够透过跟中央反映，这个护士应该定一个法源，就是说要做护士的吼，应该爱甲鼓励，地方的政府爱甲有一个另外编一个鼓励金，才能留得下。不过现在护士荒哎，很严重哦。那所以大概我需要在这方面，请黄局长能够也跟高荣哈、哦，沟通我们的期待，哈、哦，那有需要我们地方议员协助的，即便是委托了高荣，提出来，我们也都会协助，好吗？好，谢谢黄局长的回应。刚才议员，好，请坐。最后呢，我要谈到的就是经发局哈、哦，那个局长，这个我大致讯息也知道哈、哦，旗津区那个。其后观光市场哦，大概金化局有打算，想要在这个这个观光市场的外墙哈、哦，那个做一个环境的改善工程，大概近期也发包了80日的工期，预计113年4月底前完工。那主要施作的项目。是整体外墙重新施作仿石漆，我尊重你们的那个委托的顾问公司的专业哈。这个仿石漆大概我想这个有需要再研究一下，或者等一下局长给我说明一下怎么样的仿石漆了哈。你全面的钢构除锈，这个是必然的哦。表面佛炭烤漆，重新装修一楼的咨询室。新设建筑外观的铁件，市场入口招牌更新，新设整体建物的招牌，建筑外观的贴膜、外墙的霉具等设置，但是少了一样，你也本受爱经历，好不？我去你起建物哦，我去市政府任何一个，你们的凤山也好，你们的市政府的行政单位也好，我第一件，我先去考察你的本受。我觉得这个非常重要，我都先考察厕所，对，抄本所也抄哦，好啊，拜，这是有关市民的观感，好、哦，他有没有受到重视使用？啊，所以这个本所问题，当然你个修当然爱得回应了哈、哦。然后第一点，你这个时间刚好是什么时候？观光潮，就是放寒假，古历年你的时间，寒假古历年多少你的时间？第一点。敢会影响到摊商的营业？啊，恁有办说明会无？互人知影无？吼、哦，啊，互人心理准备啊，吼、哦。施工期对摊商的影响，有没有做一些设置的动线指示，让业者的影响降到最低？吼、哦，刚刚本席讲过了，因为刚好你时间多咧，寒假加农历过年是生意最好的时候，吼、哦。然后二楼上。的旅馆，旗津到酒店，因为我听说上一次不是又不签约了，我不知道还在有没有在，继续的延续合约应用中哈、哦，也住宿的观光客，他的 feel 会受到影响。来，请经发局长答复说明。请经发局长回答。是谢谢主席，也谢谢议员一直以来对我们旗津区的关心哦。那我想这一案其实是在整体的。硬体建设在110年的时候，我们去检视，那整体不论是光环境已经全数的损坏，那外面的整体的这金属的表层也都已经锈蚀。那当时我们就希望说可以进行一个更新。那的确像议员所提到的，当时的经营团队也希望我们在整体的硬体上可以来做一个优化。那主要也是因为他们在这个住宿的品质上，也希望共同的来做一个努力。所以他们其实在内部包含他们顶楼有装设了摄影机，可以及时的看到这个海浪。的
这个监测，以及海边的这个监测。那此外，他们在顶楼呢，其实也设置了包含露天的酒吧或音乐等等。但的确，整体的硬体空间是需要做一个强化以及加强。那因此，我们也才有这样子的一个计划。那预计是，其实，在上周五已经开工了。那刚才您所提到的这个相关摊商的这个沟通，应该要答应价吧？会吧？是会。那相关摊商的沟通，其实我们在9月8号跟11月8号有分别两次来跟我们市场以及跟我们的这个旅馆来做沟通。那整体的这个鹰架的这出入口也都会不会影响到目前既有的动线。那整体的施工，我们当然希望越快越好。其实当时整体的规划，其实希望可以更早来开工。那后续是因为在整体的设计上，我们花了更多的时间来跟他们做一个讨论，希望整体的这个。那些摊商的反应怎样？他们摊商其实也是很期待啊，其实希望说在整体有新的风貌、新的风情。那另外，其实不只是这个饭店的外墙，那其实在一楼整体的外墙那些玻璃啊等等，也都因为整体之前的台风，然后都有做一些损坏。所以我们在一楼整体的摊位那一块，我们也会做一个整体的更新。那一座您刚刚最后所提到的这个厕所这一块，我们也会隐蔽的纳入来做整体的这个更新跟加强。好，那厕所的 OK 吗？哈，你再加。是，我们会把它纳进去。谢谢议员建议。好，谢谢局长，请坐。好，那我以上的咨询事项最后了哈，几分钟，我想要跟我们的林副局长有一个建议，就是说高雄市计程道路这么多，不止4000条，那争议就是计程道路法源的授予的通行权的权利，要不要一定经过指定才具有计程道路的效率，这很重要。那因为有一些刁民，坦白讲，有真的就有一些刁民收他们后壁新地主买啊，哦，啊因担输赢，啊都要安尼制造这个政府的困扰，哦，制造地方民意代表的困扰。那么我认为，林副市长也应该好好的来讨论。计程巷道在高雄市市区道路条例在执行，符合这个规定，还要不要再经过指定的这一道才具有计程道路效？如果真的要，那土地法的计程道路的法源没有意义。好，以我一个对法源学习的认知，没有意义。但是政府应该要很清楚的确定。告知你们的相关的行政团队，都着对一款，都是安怎样？吼，都爱参照单机麦市场，这三当话来对高雄市市政的 power， 就像陈忠诚，我最欣赏，历年20年无半有 keep 陈其迈市长的魄力，坦白讲，让我非常的感动。我告诉你，盐城区居民也非常感动。我希望。每一件的行政工作都要具备这样的精神，所以这一点就请那个副市长，这是另外一件，前面咨询是件，这个一定要去处理好，避免哦。我已经处理了 N 次，我跟副市长讲哦，我这议员哦，我的确未少人，我坦白讲，水丰就是你们现在的绿园道，到瑞丰都动起来无路啊，对不？右转是不是计程道路？你敢知影？我嘛得是有名黄和平新先生哦，他是商业会理事长，他去标啊，法院标啊，用铁啊甲围嘞啊，曹俊啊，还有吗？议长曹俊啊，当拆除大队现场唔敢听，我执行长请外口的听，因为这已经行到尔，不你当然大家要安怎听？啊人迄、那个。黄和平当时就讲要告我，我讲你告我，我做一个民意代表，我敢会使无为公共利益着想？那你买的是计程道路，你只能抵税，你只能去换容积率，而不能是违例让人家不能通行吧？所以我觉得我碰到了好几个案子，其他区也这样。那我不希望有法源、有制度面临到这样的时候，还要让我们的民意代表来做执行。我爱执行呢，我主持公道的爱执行，好，所以请林副市长可以积极好吗？来，你回应一下，请副市长回答。谢谢议长，也谢谢我们乔如议员，我就跟你分两部分，第一部分统的来讲的话，我会出面把我们报告的法制、公务、区公所等等，把它严定，
啊，这个部分就要把它确实要守住。那第二个，至于您刚讲的三天之内，我会请求我们民政局局长要带着他的局长，也请你见谅我们的局长，因为一用狗也惊。要恢复哦，要恢复。我们三天之内就发文要命其恢复程序，让完整。那我要求在民政局召集这个会议的同时要请警察局以及我们相关的这个道公处等等都要一力出席。有些高站哈，记得米高的再重复一次，有通行权哈。跟继承巷道，它是不见得一定要如此的啦。是，如果你应有大法官四百条有解释嘛，所以我们暂时的败诉也没关系，我们就是还可以再继续上诉。所以我想请法制局、公务局、警察局都要来支持这个区长，否则伊也惊啦，好吧？所以我这个是分两部分，统的部分我一定会出席，把我们这个要严明说清楚。您辛苦了，谢谢。谢谢李乔如议员精彩的质询。下午3点继续开会。